好，我们要开会，好不好？谢谢。好，我们请主任秘书报告出席委员人数。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好，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财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21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14时12分，地点本院清贤楼九楼大礼堂。出席委员吴秉睿委员等13人，内席委员郑天才委员等26人，内席官员财政部部长许一哲、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丁克华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主席王召集委员荣章。报告事项：先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讨论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集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日程及审查分配表草案决议，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集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日程及审查分配表草案照案通过，提报院会。邀请财政部许部长一者率所属机关首长及国营事业董事长、总经理含各转投资事业机构公股代表之董监事内席业务报告，并被质询。邀请财政部徐部长一者、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丁主任委员克华、中央银行及法务部相关人员就兆丰银行遭美国纽约州金融署裁罚案之相关过程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经财政部徐部长、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丁主任委员提出报告后，既有委员吴秉睿等16人提出质询，经财政部徐部长、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丁主任委员、兆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张董事长及相关人员一一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行党完毕；二、委员林德虎、廖国栋、黄昭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财政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书面答复；三、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财政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以1周内以书面答复；四、委员执行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议请于1周内分送各相关委员。通过临时提案一案，宣读完毕。好，议事录的确认，我们等一下再来处理，请议事人员宣读今天的议程。今日议程，邀请行政院主计总处朱主计长泽明、审计部林审计长庆龙率所属单位主管列席业务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好，今天谢谢我们的主计长跟审计长带相关所属人员来做业务报告。那因为大家都熟识，所以不再做的个别的介绍，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询答，先做以下的宣告。哦，对不起，那好，那我们还是先请我们主计与总处朱主计长做业务报告，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好，今天应邀到贵委员会报告本总处业务概况的，自感荣幸。那本总处负责的是政府预算、会计决策、统计调查及主计资讯义务的以下简就业务办理情形提出报告，敬请各委员指教。第一个是已经编制完成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那我们的税入是编列1兆8457亿元，第二页税出编列1兆9981亿元的，税入税出差短1523亿，连同债务还本740亿，那个融资的调度需要2263亿的，这个有关于的这个总预算案已经在8月31号送请大院审议。那第二个是编制完成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那编列总收入就是包括基金来源这个5兆1594亿，总支出含基金用途4兆9083亿，
存利2511亿元，缴库2030亿元，也连同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送请大院审议第三页、第四页的那个表格，请各位委员参考。第二个，就第二项是会计决算业务，在第五页。第一，编制完成104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及附属单位决算及中计表，以及中央政府抚育留河治理计划特别预算到第一期特别预算，也在本年的4月29日送到监察院，而且审计部也在7月28日完成审定的，其中总决算税入审定总额是1兆8857亿元，税出审定总额1兆8957亿元。另外一个附属单位决算审定总收入是5兆9089亿元，总支出是5兆4617亿元，存益4472亿元，另有这个特别决算审定数122亿元。第六页是强化内部控制机制的，那这个为强化机关自主管理，从102年起就推动行政院所属各机关签署内部控制说明书，而且已经这个是扩大参与各机关的一个签署这个内控这个声明书的。那目前呢，而且也办理这个是所谓的这个考核的。另外，为协助地方政府强化内部控制，也制作了县市政府实施内部控制的便利包的，由这个提供给各地方政府参考。第七页是办理调查业务，第一个是办理国民所得统计。那8月19号，我们经过国民所得统计评审会议发布的最新资料，本年第二季 GDP 的初步统计的，跟去年同期的成长率为0.7%，经季节调整以后是0.23%。预测全年经济成长率是1.22%，明年是106年是1.88%，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预测是1.12%，明年106年是0.78%。那这个包括国外的需求的，那国外的需求的话，因为受到全球经济成长步调迟缓，以及中国大陆啊供应链自主化排挤政策的效应的，这个国外的需求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但是半导体市况回温以及农工原料价格下跌，第二季按美元的计价的这个出口啊，它的一个缩小幅度是6.23%。另外，陆客来台旅客人次减少6.29%，但是整体来讲，各国来台的旅客啊，微幅成长2.2%的。那服务的一个输出啊，加上三角贸易毛利下滑，这个第二季的输出的实质成长率有0.63%。第二季输入的实质成长0.21%的。国内的需求的话，目前呢，的整体的零售业营业额是增加1.21%，餐饮业是增加2.12%的。第二季的民间的消费成长预估是1.23%，那民间的投资的成长在第九页第二行，大概是成长1.13%，加计公共投资以后，固定资本的形成是负的0.11%。那预测本年的经济成长的话，我们在国外需求方面是这个在消费性电子产品背后需求下，我国下半年出口啊，渴望逐季缓步上升，而且预测按美元计价的商品呢，出口会增加3.14%。这个预测上半年到全年是减3.08%，而且根据 IHS 环球透视预测系统
全年经济成长的，以及国币货币基金的预测全球贸易量啊也会成长，而加上我国这个半导体业的一个是什么领先的优势，所以有利外需的国外需求的逐渐增温，预测本年的输出输入分别成长1.45%及1.95%，所以明年分别成长3.08%及2.85%。第十页表示国内需求预测本年的民间消费成长是1.59%，明年是成长1.75%的。那民间的投资预测本年是1.15%，明年成长是1.51%的。所以预测本年的本年的固定资本形成的本年是成长1.13%，明年成长1.40%的。那预测啊。这个本年的上半年经济成长是0.21%，下半年的经济成长是2.19%，所以估计全年的经济成长是1.22%的。那至于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方面，因为食物类的价格涨幅最高的，预测本年会上涨1.12%，明年会上涨0.78%。那第十一页的表格是这个。经济成长的概况。第二个，我们是办理绿色国民所得统计的，因为根据预算法第29条规定，我们要办理预算，办理绿色国民所得统计。那我们这个去年我国创造的这个 GDP 的是16兆6879亿元，但是因为自然环境的一个冲击，以及折耗及环境品质的损失啊，估计是第十二页是。661亿元，所以占 GDP 的比例是0.4%。那所以环境影响调整的绿色国民所得向表示所列示。另外第三项是办理物价统计，第十三页的第二段，物价统计本年1至8月，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涨1.38%。其中最主要的是食物类上涨5.77%，主要的是蔬菜、水果、鱼类产品受到寒害到多雨与高温的影响，这个会上涨了，分别上涨26.98%、23.81%及3.98%。所以，但是燃气类、油料费以及家庭用电呢，分别下跌了17.82%、10.78%及4.02%，所以1到8月呀、的这个核心的 CPI 温和上涨0.81%。另外一个顿挫物价指数的话，较去年同期跌了3.93%。这个相关的资料请见第14页的表五。第四个是遍布国民幸福指数，那我们根据预算法的规定，编制这个指数，它的指数是根据 OECD 美好生活指数选定与物价、与物质生活条件及生活品质的各项指标的，有11个领域64项，其中24项是国际指标计算这个综合指数，另外有40项指标是这个是观察个别指标的变动的，不计算综合指数。那根据这个资料，以我们是这个综合指数是6.96分，跟 OECD 35个国家再加上巴西、俄罗斯、南非3国，那我们是的第16名。那这个相关的资料请看第16页的表6的。那第五项是办理家庭收支的调查，那我们这个根据这个104年全体家庭所得总额是10兆2701亿元的，每户口支配所得平均数是96.5万元，那每人的平均数是31.1万元，增加2.5%。那这个最高20%家庭与最低20%的家庭的差距是6.06倍，基尼系数是0.338。那第六个是办理这个各项的一个抽样调查的，这人力工具的抽样调查。那
相关的资料的 请见第十八页。那一百零五年八月的就业人数是1129万的，那失业的人数是48万的，劳动参与率是58.93%，失业率是4.08%，可是季节调整以后是3.95%。那工业及服务业的那个薪资大概是46000多元，经常性薪资是39000多元。那接着第十九页是办理这个基本国事普查，那我们目前正在办理农林渔牧普查，资料已经收回，以及在明年要办理工业及服务业普查。接着第二十页是这个辅导及推展地方政府公务的统计业务，第二十一页的是按照规定这个办理主计资讯业务，以及办理中央跟县市相关的这个预算及会计资讯业务的，而且啊，这个第二十二页的这个协助各公务机关，这个是办理这些预算跟决算的编制。另外一个的也配合审计法第36条的这个协助各地方政府将会计月报连同相关资讯档案送审。第二项是办理统计普查及行政等资讯业务的，那我们有资料的开放，总共累计开放875项的。另外一个是怎么推广使用薪资管理系统，至于这个大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各委员会通过的临时提案的办理情形，请第二十四页，请见第二十四页跟第二十五页的。那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女士先生鼎力支持，谢谢。好，谢谢朱朱局长的业务报告。那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上一次会议的议事录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的话，那我们议事录确定。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审计部林审计长做业务报告，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今天承蒙贵委员会邀请来做这个审计部的业务报告，助感荣幸。那么本部各项业务多年来承蒙大院各位委员的这个支持跟鼓励，都能够照这个法定计划来执行，在这个地方表示由衷的感谢。那目前审计机关总共有审计部，还有我们办理中央审计业务的教育农林，还有交通建设审计处。那么在直辖市有台北市等6个审计处，在台湾省各县市还有福建省金门，总共是有15个县市审计室，那分别来掌理这个地方政府及所属机关的这个财务审计跟监办的这个业务。那现在将这段期间这个一审计业务的办理情况主要报告如下。第一个是那完成民国104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还有地方市县总结算的一个审核。104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及副实单位结算及中计表，还有中央政府留意综合助理计划第一期特别结算，行政院是在105年4月29号提出监察院转型本部，本部已经依照宪法105条规定完成审核，并且在105年7月28号提出审核报告，送请大院来审议。那各级地方政府，那么乡村公所以外呢，也经过这个县市审计处、地方审计处呢，在这个法定期限完成审核，分别提出审核报告于各该议会。本部及所属各审计处室查核中央还有地方各市县政府，那么在总结算里面有关监督预算执行、考核计划实施等，总共提出的重要审核意见列入总结审核报告的，在中央有366则，那么整个市县政府的审核报告这边有1637项。那在详细的这个总结算、中央的总结算、营业非营业的这个审定的这个数字呢，还有特别结算审定数字，请详书面报告。接着报告第五页，在105年度各项业务执行结果到8月底为主呢，获知的审计绩效，包括在稽查财务上的违书，那么我们依照发现有这个重大违书，报告监察院处理的呢，那有23件。
移送检调，并且报告监察院有三件。另外，通知各机关查明处分的有75件，处分人数207人。在数政县跟合法性审计部分呢，主要是审核104年度结算依法修正增列税入通知缴库有40亿2000多万，通知这个修正税出减列税出通知缴库有10亿2000多万。此外，在户税监会这个部分，我们发现这个计算跟法令不符，通知各该机关来查明处理。那这中间补税的也有6亿8000多万元。在绩效审计的部分，我们发现有未尽职责、效能过低，依照审计法69条规定来处理的有54件。此外，我们对这个制度规章或是切书，依照审计法69条提出重要意见给各该机关呢。那么包括中央有70项，地方有47项。那另外依照审计法70条跟结算预算28条规定，提供行政院还有各级地方政府作为决定106年度施政方针的相关的这个建议事项。那接下来是报告审计法这个部分条文修正以后的这个处理情况。审计法在104年6月17号，还有104年12月9号，分别有2处做部分条文修正。那么这个条文修正以后呢，我们本部配来办理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制，还有后续的这个业务的调整。在有关这个法制部分的调整呢，最主要就是审计法施行细则配合审计法的这个修正，那包括我们修正第25条，还有增列第26条之一，另外有部分条文删除。那么这个施行细则的部分呢，已经在104年12月18号来修正发布。那么在审核业务的配合部分，那么上次在修改审计法36条的时候呢，大院在第8届第7会期有做一个附带决议，就是那审计法修正条文36条，这个各机关或各机关编送会计报告连同相关的这个出现档案部分，那么行政主机总处会同审计部呢，那来逐步推动这个相关的这个出现档案。那么这个部分非常感谢主机总处的协助。那我们已经在完成相关的这个档案的汇出跟汇入的这个工作，而且在104年10月28号函请这个中央机关，那么从104年10月份开始呢，来检送这个会计报告跟相关出现档案。那在105年1月1号开始，那我们正式包括中央跟这个事先地方政府的部分呢，都依照审计法36条的规定，那由他们按月来汇送这个相关的这个出现档案跟会计报告。那这个做法呢，那么我们对这个整个作业流程的一个效率已经有凸显这个相关的一个功能出来。第4点是报告这个积极来推动公民参与的审计。那么大院在第8届第8会期呢，审议这个总预算的时候，有一个决议，就是要求本部要建立公民参与审计平台的一个具体做法。那而且希望在105年就开始来这个实行。那有关这个公民参与，事实上也是联合国在2013年他们发布最高审计机关公民参与的一个实务报告。那么本部呢，也参考联合国发布的这个公民参与实务报告，还有大院的决议，在105年这个实际推动公民参与审计的情况，包括第一个就是资讯的一个传达跟沟通。那包括我们把这个相关的资讯呢放在政府的一个资料开放的平台，到105年8月呢，已经有登载87笔。此外，在我们发布这个专案审计报告，那么这个是在105年度已经发布了17本。那我们每个礼拜发布这个重要的这个审计资讯，在105年截到8月底为主呢，我们发布了33处，有284则。那在这个建立公民参与的沟通管道的一个部分，我们在本部的这个全球资讯网的设立公民参与的一个专区，接受这个公民来提供审计建言跟全民监督的一个管道。那105年8月底呢，那我们总共有处理了这个128件这个公民
相关的一些建言跟审计的一些案件的提案。那除外，我们在我们的公布书信里面呢，我们强化这个它的缩型的功能，来贴近民众查阅书信的一个管道。另外，我们在重要审计案件呢，我们依照审计法的规定来咨询公民团体，包括这个专家学者，还有这个公民团体的一个相关意见，来作为我们在调查的重点。那在调查的时候呢，也应用这个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的这个多元的审计方法，来参酌这个相关的这个公民的一些意见，作为这个审计政绩的这个一部分。那在审计议题的部分呢，那我们也充分收集跟民众这个贴近民众相关的一些议题，或者是民众关心的议题，作为审计的一个规划的重心。这个都是在公民参与的一些做法，我们未来还会再继续参考国际上的一些相关实务来继续强化。第五项是在年度书证计划跟预算执行，105年度书证计划我们都能够照这个计划来输出。那么照预计工作量减少的，最主要是因为各机关实际送审的案件较预计减少所住，那我们本部都有做这个管考的一些基础。那么在105年预算呢，税入部分到八月底为主呢，我们实收是1,180,000，较预计是分配数是超收。在税出的部分到八月底为主呢，整个预算执行率是92.47%。那么以上是这段期间在审计业务的一些重要报告，敬请主席、各位委员多多指教，谢谢。好，谢谢林审计长的业务报告。那我们接下来开始询答，先做了如下的宣告：每位委员询答的时间8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上午10点我们截止登记。那请我们登记第一位的黄国昌委员开始咨询。谢谢主席，有请主计长跟审计长。好，两位请。你好。主计长早，审计长早。那个第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先请教一下审计长。我在5月12号我们在财政委员会的时候，我曾经有跟你请教过啊，就是在2010年以前，华视。你们那个时候的审计报告做得很用心啊，查出2012年以前有几千万啊账目不清的问题。那个时候你答应我说他们会组调查小组，针对这件事情会开始调查。那请问目前进度如何？是的，这个谢委员指教，就是在华视的部分呢。那么他们稽核发现说，整个这个在账务里面呢，有出现超过这个2-3千万的一个账务的一个差异。那这个华数的这个账呢，它是委托会计师来查核，所以这里面我们除了说请这个教育部他们来督促这个相关的这个主派的人员来查核以外呢，我们也通知请他们要去进一步去追究这个签证会计师他有没有在业务上的一些缺失。那么到目前为止，就是他们一方面委托这个会计师来进一步去理清这个财务收入的一个差异，就是在今年的三月份来进一步委托会计师去查核。那么到目前整个这个查核工作还在进行中，我们会继续来。没有，我上一次问的刚刚您所讲的我都知道，但是我在比较没有办法理解的是，我上一次问的时候的进度啊，您今天说明的内容，我看我上一次问的时候的答案差不多是一样。我上次问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出现了这么久了，那到上次问的时候是隔4年，现在从5月算到现在隔4个月了。那这个进度在调查上面，现在是完全交给华视他们自己做，还是审计部有参与？是的，给你们报告，就是这个部分是由华视他委托会计师，还有他的内部稽核。那因为他在3月份委托会计师，到目前已经几个月，所以我们本部在7月底的时候呢，我们再进一步催他，请文化部，不是，抱歉，是文化部和教育部，请文化部呢来提供他整个这个后续，包括他委托会计师来。他们有没有说还要多久？那这个部分，我因为我们在7月底发文，我想我们再继续
来尽速来来。没有这个部分，可能麻烦审计部这边哦，不要说督促了，就协助文化部或者是协助华视，看怎么样把这件事情把它厘清，因为毕竟数千万，那也是纳税人的钱嘛。对，好，好，我们会，谢谢，谢谢审计长，那麻烦请主计长。喂，好。那个今年啊，在整个总预算的编转上面呢、虽然有符合林权院长的承诺，那税入税出的差距1523亿，然后再加上还之前的债2263亿，比去年度进步一点点，去年是2266亿吧，那大概进步了3亿元，那只不过说在目前的这整个状况下面，等于是我们每年还是举债来符合这个预算的状，还是举债符合这个预算的状态。那当然这个会牵涉到我国整体上面的财政改革，因为每年这样的举债下去，我相信主计长应该也同意我的看法，这绝对不是办法嘛。是的。好，那其中跟你的预算数有关系的就是公股市股的预算。那公股市股啊这件事情，我大概看了我们过去几年有关心这个议题的委员们提出来的意见大概有两个意见的方向。第一种意见的方向认为是过去的主计长事实上是在浮编预算。怎么样说浮编预算呢？因为他必须要编公股市股的预算，税入才会增加嘛，所以他税出也才可以相应着把它弄上来，才不会让举债的数字这么难看嘛。那过去这一种被指责为浮编预算的方，就是被指责为浮编预算的方式，我很惊讶，在今年又看到了。那第二种方向呢，是大家关心在公股市股了以后，我们是不是等于是在出卖国家的财产？那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过日子。那长此以往的话，我们会不会丧失我们对于重要国营事业的控制权？那就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主计长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年再度编这样子的预算，主要的考虑是什么？只是说账面上好看，我们绝对不会执行，还是既然我编了预算，就是我有决心要把这个预算给执行下去？的确，因为我们是为了税入税出达到某一个平衡到，所以我们会编列这个数字。那这个数字按照最近几年来都因为是那个赋税的这个征收情况不错，所以都没有执行。最近几年都没有执行，那一个是等于是说，就像一个家庭一样，逼不得已的时候才去卖那个财。那事实上的我们都会尽量在执行预算的时候的税出让它不要有那么多，尽量去节俭，比原来少。主计长您这样讲我了解，我简单化约你的话，这个在你们的整个财务规划里面是属于备胎的性质。对，就是只要我的税能够多收一点，这就不用卖。对，那万一我税没有，我税出也把它节俭一点就是你多收入嘛，或少支出嘛，那这个就不，这个就不会卖嘛。对，所以这个在编起来是属于备胎的性质就对了。对，我可以接受委员的意见。没有了，我这不是我的意见现在我是把你的话转成白话文，大家听得比较懂一点但是你们在编这个整个预算的过程当中，刚刚您讲的那种备胎式的回答对于我刚刚所讲的那两个疑虑事实上都没有解决。我为什么说都没有解决就是实际上面你的确是为了要让账目上的数字平衡，所以把这个预算编出来，这样说没有错嘛？对。那万一真的要卖的话，因为你大概没有办法期待说我每年税多收一点，那代表的是你一开始在编预算的时候税入的编基本上估计是有问题，或者是你税出的时候少支出一点，那也代表你预算在编的时候事实上也是有问题。也就是按照你现在预算书的编转，你如果全力的这个政府按照这个预算去执行的话，现实上这些股票是要卖的，对不对？是的。好不过我要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们有快2兆的预算这个是200多亿的话大概只占1%了，我们实际的税收因为受到
你刚刚讲那个观点可以解释第一个啦，就是人家指责你们浮编账面上面好看，只有1%嘛。但是我的意思是，如果现实上发生，真的要卖股票的话，对于你们现在所编的要卖股票的部分，包括了说大家质疑你们违反立法院之前的决议要卖中钢，因为你现在卖完了，我帮你算现在是有20%啊。你卖掉的以后会剩下17.8%，那之前立法院是有做过这个决议，还是你觉得这个决议其实是 N 年以前做的，根本现在都不要去考虑它？我必须跟委员报告，因为根据那个预算法的规定呢，要处分资产一定要先大院同意，所以我们先那个真的像委员所讲的是有备胎的性质。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相信你这个预算书的编纂都是真心诚意的，这个新政府要全力的 去实现这个施政的目标嘛。那这件事情如果发生的话，事故以后中钢的股数会掉到 17.8%， 那你也要卖兆丰，兆丰的股数就财政部的持股会剩下 7.1%， 这政府的持股不断下降，那就这个部分你们会不会担心说对于整个国营事业控制权的稳定性造成任何影响？还是你可以跟大家保证说，委员不用担心，我们即使卖了这些股票了以后，我们对于这些国营事业的经营权都可以非常的稳定？因为事实上就兆丰的部分，彭淮南总裁也提出过相同的问题。 就目前来讲，我们那个处分的那个金额并不很多，不会影响实质 控制。你可以跟大家做这个保，你可以跟大家做这个保证吗？就目前来讲，我可以做这种保证。好，下一个就是你们今年最新发布的，我看了这个数字，觉得一样啦这是五等份，家户所得跟个人所得的。对，家户所得贫富比大概在差不多的状态。对，那个人所得的事实上还有下降的趋势。对，那我知道。我想主计长应该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啦就是这五等份的某个程度上没有办法反映现实。对，所以上次我们在委员会质询的时候，我有秀这个给你看，这个我们交换过意见了，就是我国的贫富差距事实上是在不断扩大。那个时候你承诺我说你们可以做得更细一点，要朝向这个方向努力我现在要再问一次主计长，你们还要努力多久？我们这个是有目前在跟中研院的经济研究所 在协调，因为他们 也在做，那我们目前呢利用他们的资料，也利用财政部的资料。没有啊，可是中研院的资料是用税端的资料嘛？对。那你们这边是用 survey 的资料嘛？对。那你们每年的 survey 都在做啊？我的意思是说，你 survey 的 data 因为已经去识别化了，而且是 aggregated data，那你只要就中位数10等分位、20等分位把它切出来，这个数字就可以呈现出来，这个有这么困难吗？ 可是我现在所担心的，因为我们那个只有那个12000多户那个分得太细的时候，恐怕组距之间的代表性会有问题。那没有关系啊，你只要当初在抽样的时候是符合社会科学方法上面的抽样，那你把那个分，你把现在那10000多户的sample 去切，你切出来 你也没有造假数，你也没有造假数字啊。那至于说在统计上面的偏差是怎么样，大家可以去解读啊。因为主席已经站起来，我只要提醒主计长，你有答应过我你这件事情要努力，我也很有耐心，我不断的在等，我还是愿意相信主计长，但是这个事情加把劲，赶快把它做出来好不好？好，谢谢。 OK， 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曾明忠委员质询。主席，审计长跟主计长，麻烦请主计长。主计长请。主计长。你讨教啊，那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本来是预估1.06%，
后来第六次议测的时候调高到 1.22， 所以你认为今年保益没有问题？是没有问题。确定？确定。因为根据最新的这些八家海外的其他国家的，比如说像 IMF、 Global Insight、 Moody 等等，整个平均数只有 0.92， 他们是没有办法，平均数是没办法保益哦。所以您确定？根据最近 IMF 的资料，它的数目字也是超过一。我说八家平均数。对啊，他们。所以您有信心？就目前的资料来讲，是还是有信心。好，到时候假设没有达到的话，再来跟你讨教。我不要讲说吹就责，因为这东西啊，再跟你讨教，看你的基础在哪里。好，我们来看106年度的预算。106年度的预算税出的部分，跟去年跟今年比较，只有成长了220亿税出，成长率只有 1.1%。您认为成长的 1.1 有办法因应明年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吗？我们就对税出结构有做一些调整，那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它的那个是怎么样，它的经济的发展的力道。您认为明年呢？明年的经济成长率 1.88 是高估还低估，还是认为有信心达到 1.88？ 我们既不会高估也不会低估，是按照一般的那个是我们的一个说一个允当的一个看法去做这种预估。我认为达到要尽量努力。谢谢。那我们来看看税入的部分，税入的部分只有成长 1.3。 是的。你认为这合适吗？我觉得目前哈，因为它的赋税收入最近几年已经到一个高的水平，要再增加的可行性是有限。我认为非常的低估。比如说像今年一到八月的税收增，跟去年同期比较，增加了219亿，成长比例是 1.8。那你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保一差不多，那你看明年哦。明年您认为是 1.88 左右，所以我认为低估。另外跟你讨教104年的真正差短多少？真正 差短是只有好像是200多亿的样子。100亿。是，谢谢。您可能连审计部的审计长的报告你都不重视，那报告里面就有真正差短只有100亿啊。你假设把还本付息加起来，那个还本付息是660亿，所以啊，去年的税入超收了1089亿，所以你今年的税入啊，严重低估。不管从明年的经济成长率也好，或者今年一到八月的税收的超收的情况，还有104年的差短的。只有100亿的情况之下，我认为您这个税入的编列太保守了，对，没有办法因应明年经济发展的需要。我跟我们报告一下，因为去年的那个所谓的1000多亿的话，是因为两税合一的减半的原因的开始，以及那些优惠的措施降低，这种措施到明年已经到我刚才讲的到一个高的那些效果会显现到以后年度，会好。我们来看看。另外，我跟你讨教，政府106年的预算这个部分是施政重点，其实真正的跟去年或者以前经济或者是整个总预算比较特殊的情况。只有长照，因为过去没编长照了。我跟你讨教，您认为106年度的政府总预算特色在哪里？那我们是有受一个所谓的五大创新产业的，另外一个长照经费，另外文化支出也都有增加。没有错。我
大创新产业，教育经五大创新产业过去旧政府的时候，当然专注不同产业，那产业里面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几乎编的钱就这么多了。科技发展有成长4.4%了，文化支出有成长，最重要是长照了，其他真的没有太多的特色。所以我对106年度的总预算，我有5点看法。第一个，税入编类太过保守，刚刚理由有3点，也给你报告了。第二点，无法因应明年的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三个，没有聚焦，也没有特色。第四个，青年的问题没有受重视。各位知道，你也很清楚，现在低薪，还有现在的年轻优秀的年轻人，不是往大陆跑，就是往东南亚跑。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另外，五缺的问题没有解决方案，从法案里面看不到，从预算里面看不到，缺水、缺电、缺劳工，没有任何的解决之道。所以我把预算从头看到尾的结果，这个是这五个就是特色，你赞不赞成？跟委员报告，我就是您刚才讲的五缺问题的话，像那个他的是在编在营业基金那边的，他的那个台电啊、自来水公司在营业基金那边都有一些那个为了解决缺水缺电的问题，就是台湾自来水公司跟那个台湾电力公司都有一些方案去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说没有特色的话，刚才正如委员所讲的，像长照之类的，我们以及那个五大创新产业应该都是有一个特色。谢谢。那个是几乎是没有特色之中找特色了。那你讲五缺的部分，我也赞成有一部分会编在营业基金，但是不可否认有一部分会编在公务预算。那另外啊，我特别讲的，真的税入的编类太过保守，这一部分其实假设税入能够因应整个过去几年的整个税收的成长，还有明年的经济成长，适度的扩增，可以因应税出的大幅的成长。你税入少了，你税出当然没办法成长。对，我跟委员的报告就是说，他的那个租税收入啊，已经到一个很高的水面了，要再增加的幅度确实是有限。那你确定？你确定过去去年税收增加超过1800亿，那今年到现在也会增加200多亿？你认为今年跟明年的税收不会再大幅成长？对，我认为明年不会大幅成长，因为。这个是我们跟财政部这个协调出来的，而且他们也都认为说，就是我刚才讲的成长率已经到不可能一直成长，因为它已经水面已经高了。要看经济成长的情况，所以我也跟您提到，你假设明年你经济预估到1.88，所以你税收相对成长率也会提高。好，谢谢，麻烦请主计长，审计长，谢谢。委员早，审计长好。我记得上次有跟您讨教过，我希望审计部要发挥督促公务机关也好，或者事业单位也好，他的财务效率要提高。是，所以我曾经要求审计长要公布公务机关跟事业单位的财务效率的排名，比如说最好的前五个机关是谁，最后的前五个机关是谁，把它排序下来。审计长，什么时候要公布？是的，跟委员报告，事实上在我们104年度的总结二审的报告，那么也参考委员的这个主教，那么在这个评比的部分呢，我们把它加强。那在审核报告里面，我们有几个重点。那今天口头上先简单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排名这个部分呢，那么还是依照第一个，就是从这个预算的一个执行面，那像说这个税出保留以这个金额或是比例最高的，那么这个是在整个预算执行是比较差的。像以金额来讲的话呢，交通部
这个还有国防部跟教育部，它的保留金额算是比较大的。那以这个保留百分比呢，这个交通部还是算这个最高的一个单位。那另外文化部也是一样。那除外呢，我们是依照这个行政院它在这个书证绩效的考核，像说它有这个红绿灯的这一块呢，那么在评估这个比较好的部分，有进步比较高的，包括这个财政部、科技部，还有海巡署。那这个常年来这个他绩效比较差的呢，比较高的部分，包括说这个侨委会、法务部，还有省市地方政府这个部分呢，都是算比较差。我们大概从三个面向，在这个总监审核报告今年有把它加进来。好，你们能正式啊？要个书面答复我。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来，下面我们请吴秉睿委员。主席，麻烦先请沈局长。沈局长，请。委员早。沈局长，这些年来政府的业务啊，它会有一些变迁，对不对？但是我们公务人员因为禁用的这个弹性啊，比较欠缺，所以它有职务保障。你们有没有统计过、研究过政府因为这个职掌功能上面的变更，而这个跟人事之间的消长之间的关系？是的，在中央政府这几年的一个政策，就是说这个总员额用这个总员额管制，所以在这个公务机关的部分，在中央这个公务机关总员额管制，他的业务消减了，他人不找不。人少了，他会用约聘雇，他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处理啊。是的，那大概在变化的部分，就是包括第一个是地方这个五都、六都以后呢，他们依照他的业务需要，还有行政院给他核定的一些总额呢，那么这中间轮数有一些消长。那包括说这个，就以新北市为例，他的人到底增加了多少？我看到的数字增加10000多人啊。这里面包括说，像以这个学校。本来是国立学校改成直辖市以后呢，要变成是这个地方这个私立学校。那所以在这些直辖市，像新北市，它是比较早一点改制。改制的不算之外，还增加多少人？这个部分包括增加的是警察的部分，好像增加会比较多。警察还有消防嘛？消防跟警察。对，那有的是有必要，有的我的意思说，那你如果业务削减，我举个例子，我以前在当法官的时候，曾经到台东一个机关去演讲，这粮食管理处。演讲的时候，员工还快100人呢。民国80几年的做什么粮食管理啊？那请问现在这样子的机关，我就是举这样的例子，你的业务跟你的那个工作范围都已经改变了，结果因为你公务人员的关系，你不能够让他去变更到其他的职务，这个事实上是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讲，有一部分的机关他有很多人，但是没事做，因为业务改变的关系。对，结果他继续在领薪水，那大家其他机关就看他说，哎，怎么这么好，没有业务，然后继续大家在那边继续在那边坐领甘薪呐、啊。那有的机关业务新增啊，公务人没有办法增加，因为你员额管制，结果他就用约聘雇，他就用其他的方法来做。这个委员讲的没错，就是在。整个轮数的部分在中央目前是轮数总数，他每年会来调查这个业务上的一些轮力的增减。那有部分像说现在主改以后呢，这中间轮数就会有一些这个消长。我是希望你们审计部能够进行了解，然后跟行政机关提出一些建议，好不好？是的，好。不然我们看到，当然我知道这是人事总数应该要去负责的业务，但是你审计有在旁边监督的业务啊的这个职责啊，如果。一个机关，他的工作性质已经改变了，他的业务量已经不见了，就让人不能减。另外，新兴的机关变成成立新机关，就要新的员额，或是他的业务增加了之后再去用约聘雇，结果变成有的人有没有事情做领干薪，有的人有事情有业务没有人手，他就用其他的方法变相去增加人手。这个部分确实是不合理，我想我们部里面在最快的这个评估我们会加强。那除外就是委员提出了，像说有些机关因为它受限，所以它用这种劳务采购的部分，我们发现说在劳务采购的这个轮数呢也逐年提升，我想这个没有错，就是会产生这样的状况。所以其实公务人员的在职进修，让他有一个办法去做其他业务，其实是一个不错的点子了，也不是说就说他的业务不见了就要离职，不是要没有在职进修，因为如果他没有业务，做一些比较深入的在职进修，也有可能可以转到别的职系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大家去想办法了哈。你是的。第二点，我就是刚刚跟你讲的，不是说五都了，六都了，现在其实六都了嘛。那除了台北市、高雄市，高雄市并高雄县变大高雄市，这一些的合并之后，公务人员的禁用的程度到底怎么样？你们要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啊。是的，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在会后再提一个详细最新的。好，我就讲一个观念了、啊。我们那边的里长都跟我讲，升格了，结果公务人员的人数增多了，薪职等变高了，所以薪水领高了，绩效没有变比较好，效率反而更差。哦，以前的乡镇市公所不见了、啊，所以现在地方要做一个小小的这个路灯坏了，水沟要清了、啊，公文层层转报再回来，效率反而更糟。这一点是不是请你审计的单位来去了解，到底这些升格之后，公务人员禁用增加多少？像你刚刚那种从中央的国立的高中移拨到地方的这种人力，我们可以了解。是的，是的。这种是确实不是他本来就有的，只是他挂在所属的机关不同而已。那其他的增加的？有包括刚刚讲的警察人员人数变多，消防人员人数变多，有些有必要的，其他的呢？我以前在县政府服务的时候，外部单位不算了，我县政府总共员工才700人呢。那现在新北市政府到底这些年来增加了多少员工？光是人事经费啊，每一年都增加几十亿啊。这一点升格了之后，不受其利反蒙其害，对我们来讲是。要详细的了解，希望你能够加油哈。是的，那最快我想再补充报告，就是说我们发现一个比较不合理现象，就是这个乡镇公所以后全部改成区公所。那如果说照合理的这个一个区公所的轮数配置呢，应该要相当像20万左右。可是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个乡镇公所通通变成一个区公所，这中间我们觉得说它的这个伦理啦，还有它有没有必要这么多人，这个我们有提出这个建议，请行政机关来做评估。对，而、啊、我们希望你弄一个比较详细的报告，好不好？详尽的报告，好，先请回座。我们请朱主计长。喂，好。朱议长，我拿到你们那个幸福指数那个表，我就觉得我自己下巴都快掉了。你把所得与财富那一栏哦，把中华民国列为。这第16名、哦、是亚洲第一名、哦、原因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所得与财富是全世界第二名、啊、昨天的新闻还前天的新闻才台湾的所得收入月薪倒退回19年前呢。你里面、哦、你知道这个多荒谬吗？挪威的所得与财富是 4.2 分，台湾是8分呢，然后澳洲是 5.2， 丹麦是 4.4， 然后加拿大 5.6， 瑞典 5.2、哦、荷兰 5.1， 德国 5.0， 比利时 5.8。 你讲的这个、哦、连这个西欧先进国家的所得都台湾8分呢，他们都只有台湾6成不到。 那跟委员报告、啊、他有两个，一个是所得，一个是财富的。那所得的话，因为它是经过所谓 PPP 购买力评价指数调整以后，因为台湾的物价比较低，所以那个所得就会增加，经过调整以后。啊，财富的话，我可以跟那个委员报告的、啊、那个。财富的话，如果在前面呢，我个人也是代表说，因为它那里面有很多是保险准备跟定存的啊，那个民众会有保险准备跟定存的话，代表着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还有努力的空间，所以百姓要怎么样为？就算你这样解释，我也听不下去了。隔壁的日本哦，我们大家常常去了哦，它的物价换算成台湾大概是 2.5 倍。可是他的年收入绝对超过台湾的 2.5 倍啊、他们有大概是 2.5-6 倍左右而已，谢谢。是啊，我是说他的物价大概是 2.5 倍。对，乡下很便宜，谢谢。好，那就算是这样子的话，乡下，你说日本的乡下很便宜，你知道中华民国的财富是 8.0， 日本 5.7 耶、欸。对，我。你的收入，照你这个上面的表格，你的收入要比日本高出一截才对啊。那就算你讲的把那个所得收入跟那个物价还原，日本的物价大概是台湾的 2.5 倍，你把它还原，那也不应该是我们尽可能
另外一点是说，台湾人的储蓄性，这跟民族性有关，这跟财富无关啊。有的人的财富他爱拿去再运用，那因为台湾人喜欢储蓄，因为华人就是没有安全感嘛，他没有投资的时候他就是储蓄，对，钱存在银行，就他的钱存在银行被你讲成说我们的财富是日本人好高很多，我觉得哈，不要再骗了啦，粉饰太平嘛。这个幸福指数我暂时还能原谅你的原因是因为那是法律的规定，你要编啦，我是 跟你讲说干脆我们就提案看你行政院提案把它修掉，还是我们原提案修掉，不要再编这个幸福指数，你这东西拿出去笑死人啊，这个台湾有谁会相信啊？拿出去说台湾的人的所得跟财富是挪威的一倍，因为我们八分人家四点二分，北欧国家的年收入动不动就三四万美金，你台湾才现在台湾才一点九万，一点九万一点八万一点九万的台币啊，都是人家的不到人家的二分之一，就你得到这样子的数字，人家真的会笑了，好，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跟吴委员说明了，这个删除幸福指数的这个部分的提案，已经在本委员会已经有了，好，院会已经复委，那我们再择时间来排审查。那接下来我们请赖世葆委员。好，主席，各位先进，请一下朱主机长好吗？好，主机长，你来了，当然大家一定会有兴趣想了解对重要的若干的指数的一些的看法。那么当然会，大家会就想到想知道明年的今年的 GDP 保一有没有希望？就目前主计处的估算的，还是我们就是上个月我们的那个估算所谓的 1.22， 所以基本上保一没问题。就目前的资料来看，保一没问题。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外界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有些的差距？他们主要的是在于对外销的一个预估，对出口的预估不一样。事实上，根据国际的资料，那个预估那个出口贸易 是在成长的，不只是世界各国。可是经济部的统计是，我国的制造业今年第二季的营收比去年同期衰退 5.2， 也就是首次的连五黑啊。那个是就这个跟你讲的刚好是打你的脸哦。那个我必须说明一下，他们是根据那个所谓的美元啊，好来计算，那我们是根据实质成长率，实质成长率的话要物价指数调整，那我们现在物价指数是在那个出口的是在下跌，所以调整好吧是正。这个你那么有信心，今年保一没问题了啊、哦？原来上一次你来这里还说很没有希望，现在就有希望了，几个月下来就有希望了。原来是 1.06， 那我们现在是。更有希望是1.2，然后下一次来的话还可以更高是吧？我们要等估计以后再跟委员报告。那个失业率这一部分呢？是的，超过四了，4.08，因为七八月是那个大学生在找工作，如果季节调整以后，大概是3.59。我看到我们基本工资要调5%嘛，哈。明年开始生效啊，但是外界当然比较关心的就是一般的劳资薪资所得能不能提升，以现在来看的话是没有这个希望。那么你的报告里面也提到一个叫做我们叫所得分配嘛，哈，是的，所得分配高低的前20%跟后20%，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改变了哈，6.06。那么就这样子整体的一个看，我们看到失业率在往上走，然后呢，我们基本工资也要往上调。那可是这些大老板还是不愿意加薪啊，有些人是不愿意加薪啊，是不是？我们看到就昨天就有个老板说，你那个价的问题没有搞定的话，我就确定明年不加薪了。明年不加薪了，我们一般的像这些很多的受薪阶级来讲的话，他就没有机会所得再提高了。他除非去赚外快，除非去这个去买卖股票赚一点钱，要不然的话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所得来源啊，是不是？
所以就这一部分整体的你怎么看呢、啊？你以这个主计长来看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当然希望一般的受薪阶级，我们的中低的一个基层的一个工作人员都可以 提高我们的薪资，能够以此降低我们的所谓的贫富差距。那就这一部分来看的话，显然新政府到现在为止没有几乎没播啦，啊，没看到显著的什么东西啊？你要不要讲一下？就贫富 差距来看的话，就是刚才委员所讲的，我们并没有恶化，而且跟国外比较那个相对贫穷，这是你的数字，我说你数字讲没有恶化、欸、对, 對，那不是我的数字了，那一个是我们只是算出来的数字了、嗯、对。那对于您刚才讲的那个经济的发展的话，那我们希望是说透过的各项的那个产业结构的改变，让它尽量能够尽量所谓的内需的产业能够变得比较好一点，而不是一直只做外。其实，主计长，我想你是搞经济的，应该都很清楚嘛，哈。台湾有一句俗话了，“底部大家是吧？底部行领，底下干家有什么？底部大家，底下干家行领了，对吧？”就是说，整体的 GDP 成长，大家才有机会普遍加薪嘛，而且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劳工薪水多一点嘛。对不对？那你现在来讲 GDP 基本上不太可能去成长，就整个饼没有做大，饼没有做大的情况之下，其实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说你这边说我饼没有做大，所以在里面来讲的话，你要怎么样去维持它的一个贫富差距，那就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出来了嘛，是不是？我就希望是说，那怎么样拉高这些低所得的，然后把高所得的要多扣一点。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外面又有一个声音出来了，啊，财政部好像也呼应了，也呼应这样的声音了，说那些高薪的哈、哦、要分离课税。你也是财税专家，你要不要？这不是讲财政部业务，不是你的业务。我们讲，因为提到这个贫富差距嘛，哈、哦，我们就讲说如何拉高贫富，如何缩短贫富差距。但是在这个当口下，我们是希望贫富差距越少越好。但是这个当口下，现在有一些声音，而且政府是呼应的哦。他所谓的什么，对，什么叫国外揽才计划，就是对于高薪的，什么叫高薪？就是那个45%那些人啊，超高薪的那个，就是年所得超过 net 超过1000万的、啊，他们要分离课税。分离课税啊，以前是从40%提高了45%，那你拉回来40%也好啊。现在分离课税一口气分离课税30%就搞定了。哎，这个会不会让我们的贫富差距恶化、啊？跟委员报告，因为他的目的是要让劳动所得的税负尽量降低一点，那资本所得的话，能够是说维持像现在的，据我知道政策的方向是这个样子。你同意吗？这个非我的职权，谢谢。不是跟职权没关系啊，从教授角度，你主计长也有关系，你这里就是你职权了、啊。你提一个家庭的所得的分配啊，怎么不是你职权？就是你职权呐、啊。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改善所得分配最主要的是在公共支出面、税收面的改善的着力点比较少。这是你讲的哦。实际的统计数字也是这样子。啊、这是你讲的哦。实际的统计数字。政府相关单位其他讲的不一样哦。税是很重要啦，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用了。我们不要让它恶化，对不对？如果没有的话，就不用了，免疫了。我要强调就是说，当初在旧政府的时代提出了所谓的财政健全方案，好不容易把那个净所得超过1000万的，就做多加个5%，然后现在哇啦哇啦叫，然后那就回到40%吧？不是哦，新政府更狠哦，要回到30%啊。给高薪的降税啊，这个我们是不能同意哦。我没有听到这个消息。有啊，怎么没有呢？你 Google 一下就有啊，你去 Google 一下，你去 Google 一下，啊，如果没我 Google 给你。那个不是政府的发言，我 Google 给你看，那个不是政府的发言。啊，什么不是政府？财政部就这样做了，怎么不是？财政部长前几天呢、啊、还在讲这事情呢、啊，怎么不是？我那个要整个、就是，他就是因为行政院是所谓的揽财，然后要高薪的要分离课税。所以你刚刚讲的是讲的那个只是适用极小部分的那对，那我就告诉你，
我就告诉你，这些所得的高所得的总共就9000多人，不到10000人呐、啊。对，主计长啊，为了这几千人，整个来讲让社会观感很不好了。你也是行政院团队的，等于共结哈，金牌款哈，注水金牌，好吧，你请回，我有空再请教你了。那个审计长，因为我时间太少了，来，审计长来。大院长，审计长你好，这个你刚才回答其他委员的一个咨询呢、啊，你有提到你的职责要看了、啊。这个包括公部门，包括这些国营事业泛公股、公股的效率嘛，哈，经营绩效啊，到底只有乱用不，只有乱开嘛，哈。好，现在就一个现成的一个案子了，最近炒翻天的，昨天也炒翻天的，兆丰金控的事情，因为没有遵循美国要求的法遵，然后呢，他白白的损失了57亿。57亿，我们关股占22%左右，所以总共就损失了10几亿啊！这个你要不要追究啊？你要不要追究行政责任？你要不要追究要政治责任啊？请问 是的，在我们目前审计机关监督的对象要有没有？他是不是你监督对象？这个部分它是一个不是是不是你监督对象？我们可以监去考核，是你监督对象啊？他是泛公股考核这个公股代表哈。考核他投出的绩效，还有公股代表有没有尽到职责，这个部分。你们这个案子有没有去了解啊？是的，因为这个案子在报发以后，行政院还有法务部单位都有成立相关的调查单位。那你审计部要介入啊？我们目前有人在这个财政部，还有在金管会抽查，那么会利用最初这个抽查的机会呢？你们有没有成立一个小组或者一个 account 来查这个事情？就是。审计部要不要追究了？简单来讲，审计部要不要追究这一笔的国库损失？是的，我想在第一个就是说，还是要看他公股这个代表他的尽责，这个情况。那如果说没有尽责的话呢，主管机关的处理是怎么样？我现在就提出质询，请你成立，好好调查。我们这属于你的监督范围哦。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个对不对？因为就白白的让我们的国库就损失10几亿了、啊，投资人的损失那就另外他去找另外的管道去处理，但是。它造成国库的损失，你是当然责无旁贷啊，第一个单位你要去追究了，对不对？到现在为止，我看你这个慢了好几拍啊！不要管政治的东西，不要管口水的东西 ，just do it。你可以答应吗？是的，我想我们在最初抽查会把它当成一个重点。把它重点去查一下啊！最后一个小点、啊，对不起，给我3-4秒就好了哈。你这里有提到一个叫。积极的推动公民参与，就是因为我们提到的叫做参与式的预审计了，是是是，这一部分我看这个跟你留言的跟你互动很少很少，哎，折数，哎呦，一年才200-300，这个部分也谢谢委员的指教哈。事实上，这个是也是在2013年联合国他发布一个指引以后，一个新的一个审计面向。那我们这几年也迎头赶上哈，所以我们做的比较积极，就是在这个接受老百姓的公民参与，我们在网站上大概有100多件，在今年有100多件。那我们主动发布的这个资讯量比较大。你们是透过你们的网络平台吗？还是透过 App 还是什么的？你有没有 App？ 有没有？我们在网络平台。你有没有 APP 啊？有没有 APP？ 有 APP 啊。APP 也有量。你们去了解一下，怎么不要变成说这个平台是糊弄啊？就等于是文字平台或者假的，让外界更多人知道。我相信啊，老百姓不知道他可以进来你这里面来参与审计。是的，老百姓大部分不知道。什么样老百姓知道？点阅率大概有2000人以上，大概有2000人点阅率。太少了，太少了。是，我们会再加强，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施益芳委员质询。请教周主席长。主席长好。本席有看到你今天那个在报告的内容的部分，我想预算的编列是政府施政的有效的一个基础，是的。那我去翻阅了一下，就是那个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的办法第14条里面，中央政府机关在办理预算的时候应该要临机的这个预算精神，
那他的计划也应该是优先的去编列，优先的去执行哈。但是本席查了一下，104年在审计部的那个结算报告里面哈，针对那个104年里面有高达642亿的保留款哈，看到那个附表一的这个部分哈。那其中有三个单位，一个是交通部，一个是教育部，一个是国防部。那其中交通部的保留里面保留了242亿哈，占他的那个预算的22.9%哈。那在这个部分呢，我想交通部的一个基本的交通建设里面是带动整个国内的经济建设的基础。那在这个部分，因为这么多的一个保留里面哈，难道看到附表二？它保留的部分的一个原因哈？有的是那个委办的计划的合约的跨年度啦，或者是什么单季啦，或者是那个规划发包的行程的影响，或者是那个发包前后计划设计变更及发包的困难这一些部分哈。那我不知道哈，在针对这一个部分执行哈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那主计长你又肩负的分配的这一个规划这一些任务哈。那面对这些政府多年来的这个分配资源分配不均，而公务部门又有执行不力的情况哦，未来在分配部分跟改革的部分，你有什么样的看法？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他那个是600多亿的保留款啊，很多都是个别计划。那个别计划的时候的，那他的执行力不好。啊，可是啊，后面新的计划跟那个计划是不同的计划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跟各部会是说，如果你以前的执行力不好的时候，我们后续的计划，请在那个新的计划在编列的时候，请务必是说要考量它的执行力，而且我们每年呢，啊，都会有一个执行力啊去跟。各部会是说你必须都快一点去执行。至于交通部的，我据我所了解，是因为他的那个有很多是计划的变更，或者是环评的影响，所以被迟延。好，那这个部分哈，我想未来在编列预算跟执行的部分哈，应该要在严加的应该要注意。谢谢，是的。那第二点就是哈，在本席也发现到一点，就是政府有一些部门啊，它成为委外单位最高的单位，也好像政府是一个发包的机关了哈。我看一下，就是说本席又查了一下，在那个106年度的那个中央的那个总预算里面哈，各机关的编列哈，看一下那个附表三，那附表三里面哈，整个编列就是说在机关委办的部分哈，高达它的业务会哈，在106年。高达它的业务类有占了14.41%，有367亿的部分是整个是委外划包的情形，那每一年逐年有增高的趋势，那是不是代表说这个公部门的人力的问题，还是说政府就是以一个反正就是委外的方式去做这一些业务的执行呢？这个部分主计长的看法。我觉得刚才委员所讲的两个情况都有，因为有些计划哈，它是这个执行完了以后，就不再执行了，所以你如果是请专任的人员去做的话，是并不很恰当。那让民间，因为他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他去做委办，也许是比由公务人员来做啊。更具有那个弹性。我想有些部门也不见得是如此，你看一下我的附表四，那附表四的部分哈，水土保持局跟我的工程的业务的单位比较相近哈。那水土保持局的部分哈，它委办的部分已经高达了7亿多哈，就是在整个它占它的业务会已经高达了就是80几个%哈。那这个部分本席又查了一下，他从100年到105年的一些计划的部分，比如说水土保持的业务的推广哦，从100年可以推广到105年，然后那一些业务里面一个计划甚至高达5-600万，那每一个计划稍微的再改一下，今年去承包的计划，明年要承包的时候，把明年的年度的
日期改了一下，然后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那这一些的部分其实是浪费了人民的公帑，太严重了。对，我们将来主计总处在审核的时候会注意到委员所提的这个，谢谢。那另外本席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在这种有奖无成的部分，未来在监督的部分是很难去监督，但是在奖惩的部分，我认为主计长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办法来去做这个处理？就是说刚才所讲的委办会这个是其他的，还有一个执行的部分，就第一个比如说像工程建设的这些部分的执行不利的部分，未来是不是有一个奖惩的标准呢？我们目前是说他执行如果是五年都没有执行的话，他的那个费用我们就会可能把它取消啊，费用取消他不痛不痒啊。那个相关的单位啊，那个考核都会有一个。我想你应该是定出一个，你有责任，你有这个义务哈，去定出这个奖惩的标准出来。目前就有一些奖惩，那有些不是主管机关，不是我们的、那个。我想你可以建议这个奖惩的标准吧。对，那个公共工程委员会应该都会有一个规定。你可不可以提出一个奖惩的标准呢？未来啊？我看看是不是我们的权责，谢谢。好，那如果是的话，再多久？我要跟各部委协商、啊。你跟各部委协商，协商要多久？这个我想说，如果是我们的权责的话，大概是半年内是可以的。好，等你。那另外，本席有看到你今天的那个报告的第十七页，那个主要是我刚才跟委员报告，那是国发会的权责。好，那你就是协调一下，因为你在编列预算的话，你可以看到各部的执行的情形。对，我会跟国发会反映。执行不利的话，他没有办法看到整个中观，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说，重要的公共工程是国发会在发包，在执行，知道？那你整个编列你会看到，你会看到前面的几个年度的部分的执行的方式，执行的预算的部分。谢谢。好。那另外本席看到你今天第十八页里面有谈到那个失业率的部分，那失业率的部分在那个人数的部分已经高达47万，比去年增加，但看到今年的景气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这个失业率恐怕会再升高的情况。因为七八月比较高是因为有大学毕业生啊，他找工作所以会比较高。我想本席要提到的不是这个问题，那失业率的攀升会代表社会的犯罪率的升高，对，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是的，那所以唯有降低失业率，才有办法去把社会的这个犯罪率把它降低。是的，这是联动的。好，那但是本席看不到说，对于那个未来这个降低失业率的这一种，如何去编列这种预算里面哈，类似执行的这一些部分哈，我想你应该做一个跨部会的沟通，你也有这个责任。对，我会跟那个劳动部这个转达这个意思，谢谢。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在国内的部分的营造业的缺工已经相当的严重。那现在的年轻人他不愿意从事高劳力的工作，所以造成现在在目前营造业的工地里面，很多的那一个钢筋工啊，或者是模板工已经找不到了。未来国内的十年，这一些营造业的技术跟人才的流失相当的严重。我想未来如果主计长要买房子的话，要交屋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会一直的 delay 这个工程哈。所以本席也建议你哈，在未来营造工程技术人才的部分哈，及建设的部分的预算的编列应该要增列，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要看各部会提的需求的啊，我们认为合理的的，那个就是就会去反映出来。不过哈，公务人员他有他职等的限制，那个薪资的报酬是在人事总处。这个部分还是要哈，在整个预算的那个编列的部分还是要增高。谢谢。因为这整个营造业到目前已经很相当的严重了哈，我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哈的很久的一个时间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也拜托主计长哈，要考虑到整个预算的分配。谢谢。好，谢谢哈。谢谢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卢秀燕委员。
主席，请主计长，谢谢。主计长，请。奥利桑，你好。早安哈。这个主计长，刚才我听到你跟其他委员在这个询答当中，那你也呼吁的，好像国民幸福指数要废除，确定吗？我没有，因为现在是根据预算法第28条，法没有修订之前，我仍然会继续做。至于说要不要修法，我尊重大院的决定。就是你不会主动提法修正，不会。所以如果要做的话，是民进党委员的事情，是这样子吗？这个我目前并没有主动要修法的规定。好，我谢谢你很明确答复。所以你预算也照编嘛，对不对？而且我看他把它列在你明年度的工作绩效目标里面嘛。对，我要那个是我必须依法执行。是，好，所以你就很明确的答复民进党的委员，你要继续编列国民幸福指数，不会让国民幸福不见了，对不对？要不要编？我刚才讲的尊重那个是大院的决定。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哈，这个你曾经提过一句话哈，你说伙食费不增加，买菜功力要更好。当然意思就是说，在预算没有增加的情况之下的话，那当然我们钱要用在刀口上。哪里没增加？我看你今年编的税出，大家仔细看一下，1兆9981亿，差19亿元破2兆。我去年上个会期时候就请教你，今年预算、明年度预算会不会破2兆？你告诉我不会破2兆，你要压在2兆，结果你给我差19亿，哈，差19亿破2兆，这创下中华民国开国105年以来，有史以来最高的税出支出。可是我们的民众感觉是什么呢？这段话很重要。哎，你的预算破中华民国105年以来创造最高的税出记录，快破2兆，差19亿2兆。可是国民的经济能力，或者是国家进步的程度，相对的你要花更多的钱，但是大家觉得现在的政府做更少的事情。哎，每样事情都做个哩哩啦啦啊，每样事情都没有进步，你要东砍砍这个砍那砍一大堆人，结果呢你要今年那个税出要增加220亿，比去年还增加220亿，比今年度了还增加220亿，结果呢你花更多钱，结果做更少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呢？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虽然是说金额是总预算案是比较高，但是我也必须说明一下，我们的成长率是算比较低的，比往年还低。对，但是作为一个开国105年以来创下中华民国税出总支出最多的主计长，你要怎么跟国民来说明跟解释这点？我必须说明一下，有些公共支出啊，尤其像法律义务支出的，它是会成长的，像人事会它所谓的那个等级的提高，公务人员虽然没有加薪，等级提高，人事会就会成长，那对弱势族群的补助也会要跟着物价指数往上升，所以是这个是我们的成长率已经压到是比较往年来讲比较低的一个比例。我跟你讲，主计总长，你哈是国家的大账房，你欠长的多，结果啦，你的账户钱后面给他开。我举两个例子来讲，第一个例子呢，民进党的委员刘世芳在总质询的时候，狠狠打了林权的脸，报纸登的哈，不是我讲的哈，说什么呢？他说西南向政策42亿完全没有内容。就像一颗盐巴融到海水里面，落个水底来底。第一个，刘世芳讲的，你们自己的委员说，你们的新两项政策根本是丢在海水里面，落个水来底。第二个，我再跟你讲，这次的这个不当党产委员会所聘雇的人员，平均月薪7-8万啊，每个人连约雇人员7-8万，结果呢？记者就去问这个不当党产委员会，
你们要革别人的命，结果你们一个约雇人员七八万，怎么回事？平均7.3万，报纸有披露。结果他的发言人说什么？你 Google 一下，他发言人说我们多编一点，我们只是多编一点啊。那我请问一下主计总长，我现在跟你检举这个案子，他这个发言人说他多编一点，请问这是不是浮编？什么叫多编一点？第二个，多编了多少？浮编了多少？既然他 敢公开开记者会说我们只是多编了一点，跟委员报告一下，他所聘用的人员是几职等，有些是从其他部会 调过来的，他有多少个职等，我们就是我告诉你 你这样的话 并不会说，我跟你讲，你们主计处跟审计不同的约雇人员哭哭啊，我告诉你，我跟你今天做的资料，主计总处哈，主计总处你自己的约雇人员，你自己的约雇人员呢、啊，包括高职等的哈，包括最高职等的哈，整个拍下来，你们约雇人员平均薪资4.5万。审计部刚才拿给我哈，审计部也有约雇人员哈，22名哈，最高阶有到9等的哦。九等呢，最多你们审计部最多的约雇人员，就你怎么你约雇人员哦，高职等哦，0.58万。结果呢，你们平均当然有高有低，最多也只能0.58万。你们的平均约雇人员是4.2万。结果呢，不当党产委员会的约雇人员全部没有公务人员资格，平均约雇人员哦，还没有算正职跟部长的都没有哦。7.3万。第一个，主计处审计部的约雇人员，你们可以跳楼了。你做你怎么你？你们都高薪，每个人也都是硕博士。结果呢，4.5万、4.2万。结果人家来上班不到一个月，7.3万。第二个，我告诉你，这些人他完全都没有公务人员资格。如果这样的话，考公务人员干嘛？考公务人员的目的就是说我有保障，我的薪资比较高，约雇人员会比较低，他也比较没保障。结果你看看，你这个约雇人员随便一个小职员7.3万，你去看看你们这些正式考公务人员的人，你们多少人抵4-5万的人，不是应该跳楼吗？第三个，有人开玩笑，你看网友讲什么，7.3万不贵啦，杀手费、凶手费，反正两手血刃，所以呀、啊，被抬狼，所以钱较侪，杀手费。你们怎么会让他这样子编？对于不当财产委员会成立的没有办法，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身为主计总处，第一个西南向42亿都给追对，第二个你怎么可以让他这样子编？而且他的发言人还公开承认，我们人家问他7.3万的事情，他说我们只是年度预算多编一点啦，并不是实领的薪水。请问？多编一点跟实领之间是差多少？是腐烂多少？那个我跟委员报告一下，第一个，主计总处在核准他这个预算的时候，不会有所谓腐编的现象。那至于、他自己都承认啊。那个我想说不是浮编啦、啊，因为他所谓的多编、是什么意思？多编也许是因为他还要负担那个健保费的、那个退休金的、跟他实际没关系。我跟你讲，我时间有限，麻烦你今天派人去问这个发言人，他所谓的多编是什么意思？浮编是什么？请他把它列出来。我跟你讲，你如果这个部会可以这样的话，每个部会都说我多编一点呐、那所以哈。然后用书面答复我好不好？我们不用在这边讲，你就用书面答复我，请问他说年度预算多编一点不是实领的薪水、那请问实领跟多编之间是差多少、那是为什么？这个哈，你可以用书面答复我吗？因为他的预算我不能表，我只能够在编预算表示一下。你可以 你可以 他将来他会的单位预算会在 大院。我现在要求你去问他解释，你说委员在问我，我没有办法替你答。你是给编话者啊，编在度，你也跟他讲，用书面给你，可以吗？我可以把书面给你，但是我不能替他答复，因为对呀、我就是说你没办法替他答，所以叫你去问他嘛。他的单位预算会在大院审议。我跟你讲哈，如果这样子哈，主计总处关门了。如果主计总处可以放任一个部会这样子弄，大家哈可以关门了。好，接下来我要请教你哈，没关系。
用书面答复我，用书面答复我，只要凸显这个事情，凸显这个事情。另外我要请教一下，刚才吴秉睿委员讲的我也很认同，他有提到就说，哎，新政府上任以来有很多的自我期许，说要人事要精简，对不对？你也曾经来看过我，你曾经来看过我，而且你那时候，哦，李长，你跟他讲，讲你愿意做坏人，啊，你还说你要戴钢盔，哈，戴钢盔愿意去做，哈，所以你告诉我说你要砍参事，因为他们无事可参，无事可参。那请问我一下，你们主计总处有参事吗？有参事编吗？我们是有参。这边我刚才说是有些参事是指以全国来看，我不是说要砍主计处的参事。那所以你不砍主计处的参事，要砍别的部会的参事，那别的部会跳脚啊，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领的。那请问你要搞，你告诉我参事的空缺，我不会去补。那请问你告诉我说你要砍，请问你的目标要砍多少？请问你要砍哪个部会？请问你砍哪个县地方政府？是人事总。我只是说我们会去检讨参事的那个情况的，是不是有些部会没关系，也是书面给我，也是书面给我。时间到了。第一个哈，第一个，你现在确定你主计总处的人员不会参事不会砍，所以可以放心。第二个，你现在你说要砍参事，不要紧，书面给我。你因为你来谈的时候已经谈超过半年多了哈，那当时我就请你问你要砍多少，目标是多少，然后检讨的怎么样？你半年多总是要有书面的这个检讨嘛，对不对？爱好啊，好不好？李上也在不？那个，我觉得那个参事要砍多少不是我的职权，我只是说我在。对，你的时间到了。我你给他讲，你戴钢盔，我看你腿都软掉了，我看你现在根本就。下一位王龙章委员。主席各位委员，主席麻烦我请主计长跟我们审计长。好，请主计长跟审计长。你好。两位好，那我想先请问我们主计长哦，从1990年到现在，好，那我们的社算制度已经执行了15年了，那我们社会福利的补助经费的规模，在社算里面的规模，我们也从105亿增加到275亿，好，但是常年以来，我们社算的经费的总额不是依照社会福利的需求的增加来做决定的，而是我们每一年好框定一个额度，这个额度到底怎么来的，好，为什么是这个额度，那真的这个部分除了政策性 的原因的改变以外 的话，就是说到底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额度是怎么来的，那在这个不知道，那我们在这个额度下面呢，各个福利的人口群或者是各个地方政府需求成长的情形来做竞争，我想请问主计长，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 的话，我们不从需求里面来做预算的增减，好，我们不是说只能够增不能够减，不从这上面就说做增减，那这样子看来是不是叫做我们用资源来限制需求，就是我不是按照需求来做增加，我只是有多少给多少。您觉得我们是不是用资源来限制需求？就我就只有这么多，就给这么多。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那个一般的基本需求，它是有另外的统筹分配，所以跟一般的那个财政收支的差短。那一般补助款，它原来的定义就是说，在中央财政的一个。有一个可以框列的额度之下的，给地方政府原则上不太限制它的用途，所以它的基本方向并不是按照需求。所以这样子的方法里面，就是说，所以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就是我有多少给多少，那然后但是我们分配的这个部分，却是从就是说需求人数的比例等等，就是说来看，好，
那所以就是说他是不是能够成长，能不能够就是说适度成长的这一个部分的话，也不是如此，也不是就是说按照需求来的。那我想就是说，主机长事实上对这一个这样子的就是说做法，事实上有长期的了解。好，那在这样子的就是说测算的实施，您觉得好，在这十五年来的时间里面，我想就是说您在这个上面的就是说参与，大概也差不多是这么长的时间了。对我们国家社会福利整体水准的提升，有效果吗？有正面的成效吗？测算制度带给来我们社会福利水准的就是说提升，对，应该是多少有，因为虽然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那个基本的指标，社会福利的需求的指标给他，而且我们在用途上的有大方向的使用，并不是说用在每一个很细的计划别了，而是有大方向。主席长，您讲说在这个部分的话，按就是说我们没有强制去规定。还按要用在什么样子的项目上面？对对，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基本上面，按照的总体的，就是说需求，我们有一个公式，然后来做分配。哦，那让地方县市政府按照他施政跟地方民众的需要的轻重缓急，然后自己来做调配。好，但是您觉得以现在来讲，这个制度还是？朝着用这样子的原则跟逻辑在进行的吗？对，目前还是这个方向，而且我也跟委员报告一下，目前各地方政府，这样的话，您我刚刚讲说您对这样非常了解，好，我觉得那可能要打折扣啊，好，在这里面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指定项目。对不对？对，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然后有优先项目，然后框列等等，其实是违背这个原则的。对，我们只是大方向。那所以在这样子的结果，大方向就是说大方向。那然后我们要，您刚刚讲就是说，所以这个方式是我们去导引它，是不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就是说新增的业务，哦，用为什么我们就改成用计划型的补助处理，而不是我们调整测算的公式？从隔年开始，当年度的就是说增加，因为政策，然后或者是法令的改变，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但是隔年的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按照新增需求一并测算给地方政府啊。但是我们事实上是没有这样子做的。好，你这样子的意涵是什么？是我们中央对地方政府能不能够负担起财政责任不信任，还是各部会想要借机拿回资源的分配权？还是我们的测算制度不合时宜，需要检讨。这个我也必须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是有指定大方向，可是有些是并没有指定它用途。我们有优先项目，然后有三项，那个其实变成租借中的租借，对不对？就是说我不框列，好，那然后你自己来做分配跟处理。但是我们现在的话，要求优先处理，那然后在这里面的话，框列相关的就是说项目。好，那我想请问审计长，好，这样子的情况可能没有达到违法的程度，好，它并不违法，好，但是站在监督的角度，您认为合理吗？一般性的补助款当中的测算制度出了问题，然后不去检讨。然后我们反而把同样内涵的新增经费移到计划型补助里面去，演变成现在我们同一个法定津贴有不同的就是说裁员了。好，审计长认为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行政效能？是的，跟委报告就是在整个这个预算的编列，还有在这些补助款的编列，都是由行政机关还有订定相关法令，包括这个一般中央对地方补助款的一个相关办法。那计划型经费呢，那它要透过这个预算程序哈。那当然，刚刚委员提到就是说会分散在不同的一些计划项目或是在预算内涵里面。那这是目前制度上的一个现况，在本部的一个看法，像说以社会福利来讲呢，目前的一些就是我们的政策地方要政策制定的这个部分，在执行的这个部分却走样。好，那这个部分的来讲的话，您的从您的执掌范围里面的话，您的看法是什么？
在以审计监督的角度，我们目前发现的问题就是说，这些社会福利呢，在地方政府往往他会做一些加码的动作，那没有办法跟他的一个财政状况来相吻合。那我们接着说，像这一块应该全国有全国的一致的一些这个标准，包括说他的这个发放标准啊、补助标准啊，还有有没有排户的一些规定，应该是要比较整体性一致的做法，不希望说在地方政府都各自为政。好，我再请教主计长，好不好？嗯，对，主计长是不是我们在未来一年里面，好，就说我们一年的时间为期？然后来针对我们在这十五年来实施这样子的一个定额社会福利补助经费的制度的成效，能够来做相关的，就是说检讨，进行专案的研究，好不好？就是说，在我们来评估设算制度运用在社会福利领域，好，它因为不止在社会福利里面嘛，还有一般建设，还有在教育里面，单就是说社会福利的这个部分，那然后的它的成效，我们可以作为我们财政收支划分修法的，就是说参考。您觉得可不可以？可以啊，可以进行，我们可以来讨论，来看看说这个是不是我们进行一个专案研究，可以吗？我不晓得有没有研究经费，那你想办法，可以吗？我们来做一个这样子的研究跟规划，好不好？我们指定的项目现在没有超过五个了，我们指定的项目三个，我没有说五个，三个，对，就是每一个领域里面的话有三个优先项目。对啊，可是社会福利，所以没有五个，有三个，我们只有三个情况不太严重。只谈社会福利了，因为其他的，对，我谈，我说我只谈社会福利嘛，可以，好不好？可以，好，谢谢。然后最后的一个部分的话，我要请教我想我们审计长请回，主计长在这个部分统筹分配税款，我们现在统筹分配税款，就对不起，特别。统筹分配税款主要的目的跟用途是什么？主要是在那个各地方政府的有特殊的那个有紧急跟重大事项的时候来运用的经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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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我们现在从101年起，我们八项的社福津贴，所有就是说增加，我们现在按照物价指数联动增加的，就是说经费就通通要在这里面来做支应。好，现在的规模达到多少？我们预计大概每年大概以明年度来讲，七八十亿左右。七八十亿，对。事实上，看就是说将近九十亿。那这一个特别统筹分配税款总额度是多少？大概一年大概140亿左右。已经达到就是说140亿，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现在不是因应重大紧急的事情吗？好，八项的社会福利津贴。的相关的就是说费用，它其实不会是临时的，包括就是说它调整增加等等，按照物价指数，这都是可预期的。那现在的情况里面，我当然知道这是在立法院在预算审查的时候的附带决议，好的所做的主决议做的就是说这样子的要求增加的经费在这里面做动支，但是事实上，好，它已经违反了。特别统筹税款的支应的原则，那在这个部分的话，也就是说，它侵吞了，好，就是说占掉了我们在政府因应紧急或重大事项的应付的能力啊。那这个部分的话，站在主计的专业里面，您所负责的工作里面的话，您觉得要怎么样做调整跟改变？这可能会有，如果真的要改的话，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不是就编列在一般补助款里面，一个是要到各部会去。但是你不论是编到一般补助款或者到各部会的话，它要有一个裁员，因为八九十亿不是个小的裁员。那也就是说，特别统筹的，就是说我们要找出这个裁员才能够这么处理。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您的职责嘛，对不对？做这样子的调整，找出就是说相关的裁员，您跟财政部之间的就是说联系，那然后在这个部分的话，怎么样子让这一笔钱能够回归正途啊？好，就是回到就是说真正应该去的地方。我不是说这个部分的支出没有必要，这既然就是说相关法定的支出，但是就是说它编列在不就是说不合宜。不适当，乃至于就是说，它会造成我们，对于紧急重大事项的影响的时候
的经费的话，应该在做相关的，就是说调整跟改变，您同不同意？我同意您的观点，可是我要跟财政部跟卫福部一起商量。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在明年度我们编列后年度的，就是说经费里面，能够做出调整跟改变？有共同结论有，我们一定会。好，那有会商的，就是说结果，请付之本办公室，好不好？谢谢，谢谢。哎，下一位余婉如委员。主席早，有请审计长跟那个主计，有请审计长跟主计长。委员好。早好，我刚好两位在，有件事情想要请教，因为这件事情纠结了很多人哈，就是我这边常常会听到非常多青年的创业者或者是新创的公司哈，在抱怨啦，一件事情很简单，就说其实现在因为数位化，已经非常多的凭证都是电子化了，譬如说电子机票啦、电子登机证等等哈，但是只要一碰到核销的过程里面。就是都一定要求说要纸本，这会造成一个困扰，就是说，譬如说我今天请了国外专家，我还要写信请他把纸本的登记证给寄回来。好，所以我想问，先问一下审计长这边，就说哈，这个你们是最后就是稽核的嘛？那你们对于说这个电子的票证是什么样的看法？可以使用了吗？可以开放了吗？是的，目前跟你报告，目前的这个各机关报销的这个租出凭证呢，是由这个行政院来订定租出凭证处理要点，那么里面有规定各种这个票证的一些要件。那这个电子化其实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哈。那事实上，在主计总处在103年的6月16号，他们就来订定，有开了一个会，就是衍生电子发票、电子报核的一个推动事项。那在陆陆续续，本部也有参加这个相关的一个会议。那目前包括主计总处还有财政部，其实都有在试办一些报销的一种电子化，比较简单的报销的这个电子化，像说理会这一块。简单问就是说，那我电子的登机证算不算凭证？电子什么？登机证。那个应该我们是说他在那个机票的票款只要有证明就可以了。就是因为他人已经从国外来了，人已经在台湾开会了，我们不要去说有那个证明，但是他买票多少钱，那个要有证明。是了解嘛？可是就说我在这边其实也听过各个他们这些新创者也都跟你们澄清过，好，各个不就审计部啦或什么都已经澄清过，听到的答案是说审计部这边说可以，但是呢实际执行上就是不可以。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请主席长这边一条边全部改，不要再是说一套做一套就困扰人民好不好？我相信你们一改大家会很感谢你们。对，因为那个规定呢，我们并没有定那么细，有些是各地方政府他自行的规定。前些时候我们有跟那个像吴育群委员呢、王龙章委员呢，有共同有基本上我相信你是觉得说这个方向是要推动的嘛？那定个期程好不好？已经在推动，而且已经是方向，定个期程好不好？什么时间前，什么时间之后，好，不要再发生这种扰民的事情。对，我跟委员报告一下，社会福利的已经做了，现在是您刚才讲的有很多。青年的文创的是可能是其他的部会，我们也会一起参与一起考虑嘛。哦，其实学校那边也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尤其是很多国际专家演讲者来台都会遇到这种核销要这种实体凭证的问题哈。那另外请问两位，我后面是会计法第52条上面规定的凭证有15种，都是在强调说是纸本的，那你们觉得有没有需要一起修了？目前我们已经刚才审计长也讲过了，有些不一定要纸本，像那个电子发票，我们已经。那我是不是可以当作两位就觉得说这个法已经过时了？至少52条，我们应该要开放电子凭证。那只是一个说凭证之一啦，对，那个会计法第82条是凭。52条不是82条。52条只是
那一个凭证之一。那我们现在电子发票的话，我们跟审计部啦，都已经有一个说，在某些情况之下，有一个平台可以都使用，并不一定要实体的。主席长，我再把你从云端拉到地面啦，我再把你从云端拉到地面啦，好，地面的人要云端呐，好不好？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不要讲一套做一套，大家感受不到我们改变了，非常的困扰。我们已经在逐步在做了啦，把那个一个例行性的都已经在做了。好好好，那先请审计长先回座，再请这个主席长这个等一下。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就说有关这次的一个亚洲矽谷的预算编列，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些异议啦。我不知道主席长你看了没？有亚洲矽谷的话，我们是106年度编列了113亿。113亿吗？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说，这预算的编列过程，根据报载，照理来讲，我的理解是说，国发会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政策规划，然后交给相关部会把需求的预算去框列嘛，最后汇整给这边就是主计处这里来做整个的预算编列，对不对？对。那我想问一下，各部会在汇整给你之前，有没有再交给国发会？有，在国发会如果是属于那个一定金额以上的，要经过审议才会到我这里，才会到你这边嘛，对不对？对，我才会编列预算。所以说你编列预算其实你并没有审核嘛，你只是数字上来你看，是这样子吗？没有，他不是经过，你不会看案子的内容嘛，对不对？我只要确认你清不清楚你到底把什么的案子放进你的预算里了。第一个他一定要经过那个所谓的国发会的那个有一个审议机构，审议完了以后才会到我这里。好，那我了解。好，那另外我想问一下有关经济成长的部分，就说我看到你们就是上修，这个第三季的 GDP 是 1.99， 第四季预估是 2.38， 全年应该可以达到 1.22%， 超过保一的门槛。那我想问一下说，这是太过于乐观吗？你们会往下调吗？还是会往上修？目前的按照这个目前的经济的资料，我们还是这个是认为 1.22 可以达到，而且也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一个所谓的 1.22 是经过我们有一个国民所得评审会议，是外面的专家学者共同认定的。哦，所以专家学者很乐观，是这个主要的原因？也不是很乐观了，同意我们的算法。好，那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明年的预测，我看你们四季的 GDP 分别是 2.04、1.80、1.68 跟2%， 那全年是预估是 1.88%， 又比今年还要好转。那虽然说是专家学者给你们的综合意见，但是可不可以请主席长告诉我说，我们到底乐观的原因在哪里？我可以跟委员报告一下，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出口的情况比想象中的好一点。比想象中的好，主要是出口转好嘛，不是 连 N 黑嘛。那另外我看到一个这个数据是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八月份较七月份小跌 0.03%， 年增率是达 0.57%， 那今年一至八月的物价涨幅是 1.38%， 跟去年同期看似是差不多。那我想问一下主计长，你心目中合理的 CPI 年增率区间大概是多少？我个人认为不要超过2%，不要超过2%。那以今年八月，年增率 1.38%， 你觉得是偏高还是偏低？我觉得目前是结构的问题，就是有些项目啊，像蔬菜水果啦，那一类的，是比较偏高，因为那跟气候有原因。有关系？你觉得气候变迁的问题？是因为下雨啦、台风啦，那就是气候变迁的问题嘛？对对。好，那你的确直接回答了我要接下来问的问题，也代表说局长很了解这件事情嘛？那主要是说我们看到我们今年 GDP 是大概，如果要达到全年平均是 1.22%， 第四季我们要很努力啦，才有可能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 CPI 已经超过了这个目标值了，所以其实看起来，其实我们人民的实质所得是负成长的，是负成长的。好，那刚刚我们又提到，这个 CPI 里面主要成长的部分，大幅成长的部分是蔬菜、
水果的部分跟人民的这个生活作息是非常相关，换言之人民的生活剥夺感是更强的。我跟委员报告一下，经济成长是实质的实质，但是你的 CPI 成长的比这个 GDP 更高，你应该是 负的啊。不，它是成长的，如果算名目的话是要那个成长再加 CPI 的成长。嗯哼，是了解。但是就说、我们看到就说事实上就是我们是从去年好就有在问，就是这个敦售物价跟消费者物价的关联。好，那现在还是这个问题，就说我们看到近五年的敦售物价它是负的成长，它是负的成长嘛，对。好，但是、消费者的物价就明显的上扬。好，那当然刚刚 你有解释一些部分，但是我们还是想问说这个落差在哪里。我们想要问的是说中间的利润是落在哪个环节，你有没有去调查的能力？因为敦售物价的项目大部分是一些大宗物品，而那些消费者物价只是跟日常的比较有关，而且那个是它的那个权重以及那些情况，就是说所谓的那个结构是不一样的了。就是结构，就是我刚才讲的蔬菜水果啊，是与货产分别，那个在敦售物价里面没有。谢谢。好，了解。那我会再继续把这个数字再看更仔细一点，也谢谢主计长的指教。谢谢。好，我们先做预告，在陈赖素梅委员质询完之后的话，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请罗明才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出列席官员，大家好。主席，可否请朱主计长？主计长，请。朱主计长，你好。委员好。我想请教一下，你说对国内的经济成长情况你是很乐观的？我没有乐观，我是说持平的计算。这里有讲哦，国际经济复苏乏力，今年以来受先进经济体表现未如预期，新兴市场成长疲弱，及英国脱欧等等因素啊。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世界贸易成长停滞啊，这个是国发这边他们的报告，陈主委的报告。所以刚刚听到主计长想说，对我们经济的这个成长很乐观，或者是说觉得很有希望。事实上，我在这里要提醒啊，是的，全世界的经济的这个情况啊，真的没有想象的好。换言之啊，是很差的。我们看到日本现在开始又推动量化宽松货币的政策 ，QQE 一直的推出啊，不只有日本推啊，美国推啊，欧洲啊，每个国家到处都在推啊。台湾有没有机会来推这个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需不需要推动？不然的话，我看我们这个整个经济成长停滞不前啊。事实上啊，苦的是民众，年轻人苦哈哈，就三明治世代，年轻人还有现在的中年人啊，是最惨的一群啊。事实上，主计这里是很重要的，你们应该把一些数据详细的让大家知道一下，是不是可以请主讲说明一下？至于货币政策该怎么样，我不能够太表示意见，因为那个是央行的 权责的。我只能从 财政政策的观点来 考量。那我们希望是说预算的执行能够说加速的执行，不要有保留预算，而且我们的那个各项的公共投资会让它产生那个产业关联效果比较大的这个方向去走。那所以你看今年的预估经济成长率大概多少？今年 GDP 成长率我们根据我们上个月的预估是 1.22%。 有没有因为扩大国内的公共建设、扩大支出等等，可以来加大这个经济成长的动能？我们还是就是说那个是我们的方向之一，一方面是
公共投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够说希望外销的好，还有那个所谓的那个消费的国内的消费不要一直低迷。对，不要消费低迷就是必须要有方向嘛，哦，对，比如说大陆他们推出每个五年计划，现在已经推出第几期了？第十几吧，我记得125嘛，哈，对，125，125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我看他们每个地方啊，可以当作我们的一面镜子啊，它有计划性的，每五年一个检讨啊，每五年一个国家的一个大的方向推动。我觉得目前为止，请问台湾啊，我们国家的大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在国发会它有一些几年的计划，而且我们那个主计总处也配合那个计划，有中长程的一个。你随便说一个它的计划好不好？啊，你能不能随便说一个它的有什么计划？我连当立委我都不知道国发会有什么计划。像不信的话，你问立委啊，有谁知道是有什么计划？像国发会刚啊，有什么计划？请朱局长说说看。五加二的新兴产业啦，五加什么？五加二的那个产业啦，创新产业啦之类的。五加二，五是哪五个？五个是那个亚洲矽谷啦，智慧机械。亚洲矽谷，欸，会成功吗？再来呢？智慧机械。智慧机械。对，是在中部。智慧机械，现在国内机械都没有，都跑光光了啊！因为税的问题，你也很清楚啊。绿能产业的。绿能就倒了啊。没有啦，太阳能倒了一堆啦，全世界这个资讯都知道啊，所做最大的太阳能公司，绿能产业大陆的没有了，欧洲的倒了一整片呐，啊。绿能产业不只是太阳能呐，啊。哦，那你还有哪一块？你来说说看。生技医疗啊，生技医疗，现在什么五大产业里面，一个就是你讲的什么生技医疗、医美啊，现在台湾因为供应太多，全部都倒了啊。没有制药业啦，或者是你再看看，好，观光也是啊，啊，我再请问一下，你有那么多指数啊？现在观光的指数怎么样？观光，我跟委员报告一下，陆客虽然是负责成长，可是其他的国家，尤其韩国跟日本、东南亚的来是正的成长，两个一加减。整体还是大概有30%的成长，这个是交通部观光局的资料。所以我希望你要把数字哦详细这个审阅一下，那个都是哦骗外行的啦。因为你刚刚讲说日本客啦、韩国客，大家都知道，他们来大概就是那种自由行啦，三天啦，或者是三天两夜、四天三夜啦。你问第一层的啦，我希望说我不要。官员不要坐在那个办公室吹冷气啊，走出去基层看啊，如果好的话就不会有人上街头了。对，我问了很多的高雄的立委啊，他们说哦，哇，现在差好多啊，六合夜市以前是人山人海啊，现在连这些基本的，啊，铁板一块啊，都是支持深绿深绿的，现在开始在骂了。你就看着好了。他们的不同国家的那个观光客，他消费形态是不一样的。对啊，你以前那个陆客来台湾的时候，他是叫深度旅游啊，绕一圈起码7天10天啊，他可以很大的时间啊。那结果现在你很多的你讲的日客或者是韩国的，都是一些学生很多嘛，来了问导游的照啊。也不会啊，日本客来台湾一天，你说不会哈，大概有200。现在会期刚开始吧哈，270。你说这个观光指数现在是怎么样？大概观光局的资料，有没有什么指数啊？我们比如说生活有哈满意度的指数啊，幸福指数啊。他们有一个说观光客不同的国家来台湾，他们为什么来台湾的一些调查。对。所以现在这个观光指数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有没有具体的这个数字内容？这个观光局的资料有了。你们自己有没有做？我们没有做这个，因为那个是观光局的权。那你以前做的幸福指数呢？现在人民幸不幸福？我们的幸福指
指数的话并没有说做观光的资料，因为那个是我们主要是一个基本的物质生活跟一个所谓的。我这要提醒主机长啊、哦嗯、那个观光大陆观光的人潮啊、哦、观光客来台啊、嗯、大概现在已经少了大概快八成嘛，有没有统计资料是大概三成多，三成多、哦、可能还会再增加了。你那个可能是几个月前的，如果一个月前的，好，一个月前的、哦、如果陆客来台继续再持续的减少，剩下最后一成的话，对国内的这个经济成长率有何影响？根据我们以往的统计，陆客每减少10%的时候，经济成长率是少0.1%。0.1%，换言之，如果少了90%了以后，会少多少？我那个，所以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哦。你如果我们经济成长率，你刚刚说 1.2%， 如果少了快一个接近1% 的话，那个我必须说明一下，观光局的努力啊，虽然陆客少了，其他的那个观光客是增加，所以经济成长 你那个讲的是南向政策了，我跟你讲哈、哦。南向里面啊，东协10+1、10+6啊，你也很清楚啊。他们跟大陆的税务协定都是税率很低嘛，所以在台湾是生存不下去的，所有的企业都跑啦。你包括做螺丝的、做加工的也好啦，做鞋子的，他说台湾做完了，销到泰国要不要税？要几%的税？做台湾没做的啦，只有造而已啦。跟委员报告，我们的我要提醒啊，就是要小心啊，不要轻忽啦。讲说啊，充满了未来的这个理想，要南向政策，我不是在唱衰啦。我们看看国内的一些外劳，有多少都是南向这边的来啊？他来是要赚我们的钱，不是说他们来观光要来那边花钱呐、啊，不一样啊。之前陆客来台湾是花钱呐、啊，你看所有的夜市也好，所有的101精品店来都是哈、哦。大力的刷手，一刷可能100万、200万，购买力很强的啊。所以，请主计长啊，不要轻忽观光这一块对国内经济成长率的影响。我看很多陆客来啊，以前都东买西买，给干杯。本来我们开放股票、股市，让他们来带动，要大妈来买台股。结果我看现在两岸都停滞啊。这个要慎重啊，希望说主机长能把详细的数字啊送给其他的、各部会，让他们了解一下。无一味的南向政策啊，我们可以祝福，但是哦，很多人都不看好，不看好的话，结果不好的话怎么办？陆客来台为什么不欢迎呢？就是来台湾花钱啊，我们各县市都要注意啊。今天都我看。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各县市的财政啊，现在都很差啊。好、哦，有人积极要鼓励陆客去他们不同的这个县市，希望有差别待遇。你问问看嘛，看哪一个县市？请问各县市今天都有代表来啊？反对陆客来台湾的，请举手。都没有啊，你看。好。事实上，大家心里都是希望，谢谢。促进交流，多多观光客到各县市去消费嘛。那才能带动，才有税收嘛。谢谢，谢谢委员。好，接下来我们请陈赖素美委员。主席，我想请我们的主计长。请主计长，谢谢。主席长早，委员好。是，我想请问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在8月31日公布2010年的国民幸福指数哈，国际指标以11个领域等权数加权计算之综合指数为6.96分，与这个35个国会会员国以及伙伴国。叫在39国当中排名第16，对吗？是的。那然后呢？我看到是说我们的国民幸福指数是亚洲第一，是吗？是的。您认为
真的有那么幸福吗？根据那些指标算出来，我们没有伪造，确实是这个样子，跟委员报告。我相信您没有伪造，但是呢，跟实际状况真的距离差很远。我们国民幸福指数，我来自于基层，我所知道的是，人民的生活是越来越痛苦了，因为怎样，物价变高了，薪水变少了。那么我看到你们的那个国民幸福指数里面的项目当中，我举个例子来看，我们所得与财富项目之中，这当中有两项指标，其中每人可支配所得占我们排名的第十，对不对？是的，占第十，所得与财富，还有个人金融的财富，就是他可以处理的，占第二，对不对？是的，对。那这个数字是不是象征国人的手头其实是很宽裕的？我必须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所得的数字是经过购买力指数，所谓 PPP 调整，因为有考虑到物价因素，所以会所得算出来。那我跟你讲，之前上个会期我们就有提过了，其实这些数字是少数富豪加总一般民众那个后计算出来的平均，对不对？对。我所以这个数字是让我们觉得很讶异，我们的国民生活并不是那么的幸福，而且我觉得是非常痛苦的。不可能在过去这个幸福指数是前朝马政府的时候他定的，那过了八年他是作为一个依据粉饰太平，结果人民如果他做得好，幸福指数那么的高，为什么会被政权会轮替？就是因为人民不幸福嘛。我也不相信我们新政府以后刚上任就有办法很幸福，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数字本席觉得这个需要有调整的需要，因为它距离现实实在是太遥远了。你认为呢？对，我跟委员报告一下，他那个指标里面其中有24项是国际间一定要用那个指标来表示，另外有40个项目啊是我们自己加入的，那在国际间比较是那24项。那这样好不好？我在这边建议可以增加几个项目吗？比方我们企业利润的分配率、薪资的成长率、物价上涨率、人口出生率，再加上所得分配这些系数，能够再加上这些吗？如果加上这些的指数进去，有可能比较贴近我们真正的民意，您觉得呢？可是那个国民幸福指数是一种，有些是一种主观的概念呢，您讲的那些指标是不是的话，你主观的概念但是不客观啊。现在就是我们人民的生活跟你这个指数相距太遥远了，那你如何用这个指数作为我们施政的一个方针，作为我们一个检讨一个改进，这有困难嘛？所以你花了钱做了预算做了这些，跟实际上是不吻合的，我们要的是跟实际上吻合的数字啊。我们可以请专家来讨论说，那个林委员刚才说那些项目应该如何的适当的表达。好，可以请专家。那我是觉得说我们政府花任何一笔钱，任何一个预算，我们做出来的资料是可跟现实是距离接近的，不能距离那么的遥远。那花这个钱做这些资料是没有意义没有用的啊，对不对？我们新的政府要有新的一个改革，也要有一个新的思维，不能要用旧的以前的拿来用，我是觉得这样子是不合时宜的。是的，我们现在要用现在的，我们重新定位，找一套适合我们现在的跟事实接近的版本，好不好？谢谢。那另外呢，在2013年，我们联合国发布最高审计机关公民参与的实务报告，强调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并指出透过公民的参与可对政府发挥有效的课责。就是说公民的参与性越高，那让我们的政府能够听得到民间的声音，相对的会比较高，我们施政的那个
很多的一个指标，才可以得到好的一个改善的一个依据。您认为呢？那个公民的参与的话，因为一般国家都是用所谓的投票率的一个指标，这不是说人民的意向能不能够的表示出来。对，那我们希望你刚刚的数据一定要接跟我们的民生更距离接近的话，如果公民的参与率相对的比较高的话，我相信接近事实的可能性会相对的会比较高。是的。好。好，那再来呢，我们看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和主计长讨论的是大数据分析平台。我们看到哈，我们现况上政府可以说是赤字非常的严重。刚刚我们也听到主计长有提到我们未来的五大新兴产业，那我们当时小英总统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政见，所以呢，主计长落实这样的政见，本席是给予肯定的。可是呢，我们现在的财政又这么的困难，却又达到收支平衡是很困难的。我想我们主计处应该相当的清楚哈。那我想请问一下，主计处对这部分做了什么努力？对，因为我们跟财政部都有共同的把一些财政收支的资料显示出来，上我们的一个各单位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预决算书，我们都有开放的。这个是在英国的有一个团体的，他们对世界各国的那个资料开放度，我们台湾是第一名。啊，财政部也有对财政情况，像债务的情况都有公布。好，我们大数据分析平台是借由我们的资讯，然后呢，协助主计人员找出缩短政府财政收支的方法，以解决预算编制等问题。另外呢，帮预算编制人员找出不必要的支出，帮政府节流，这两项嘛，对不对？对。那本席要在这边请问一下，主计处既然能够规划大数据分析平台，帮政府做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预算的审阅却还必须运用书面？这么大的一个书面无法电脑化资讯化，难道我们不能设置相关的预算平台，同时给我们委员能够逐年的预算比对那个成效做一个控管？请问主计处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必须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不晓得委员是要做哪一个资料。事实上我们那个平台啊，我们主计处有一个中华民国全国的一个统计资讯的一个资料，税入税出啦，或者是各个收支的结构都有的。那个平台那个好像是从历年的资料都有的，那个指标有几十项。指标有几十项都有，就是说收支中央到地方都有，而且审计部他们也都有上网，他们的审核报告通通上网，通通有上网。是，因为我在看预算书的时候，我运用那个书面一个一个翻啊，我心里想说，哦，我这个应该既然审计处有用这个大数据的一个资料，如果有应该也要提供给我们。啊，对，让我们如果委员有使用上的需求，我们可以派人来跟委员办公室来好来解释怎么使用。谢谢。好，谢谢您。因为那我想了哈，刚刚有听到我们有提到亚洲矽谷这个部分编了100多亿是吗？对，113亿。对对。那这个亚洲矽谷的计划，原则上有编这个预算，那在未来的实施的部分，那这个亚洲矽谷的计划是当时我们小英政府的时候一直有在提这个部分，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要提升，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创新的产业。刚刚有国民党的委员对这个部分好像有点疑义了哈，那我是想说哈，既然有疑义的话，我想我们应该要主动说明给他们的委员了解，未来我们新的政府有哪些重要的产业要做。那我想呢，我们大家不管国民党、民进党，大家一起努力，总是要为台湾好，好不好？是的，同意，好，加油，谢谢。好，谢谢。那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
好，各位，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我们请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不在。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费宏泰委员。好，谢谢主席，在场的各位女士先生啊，主席帮我请一下审计长跟主计长。哎，两位请。喂，好。喂，你好。哎，两位首长哈、啊，这个像我们昨天财委会啊，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讨论兆丰啊金控这次纽约分行的事。这个当然这件事、啊、跟你们有点这个没有直接相关的哈、啊。可不可以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啊？两位分别提一些建议啊，如何去遏制这些事情以后再发生？可不可以从审计长先开始来说说看？是的，在给我们报告就是像兆丰金的话，它是一个由公部门也可以来掌控的一个民营银行。那我们审计部的这个态度，我们本身并没有直接到兆丰去做审计，了解，但是我们会从这个公股的这一块，像说包括财政部，他不，我之所以请教两位，我只是请教嘛哈，因为这个跟你们业务，尤其这跟你们业务不是太直接哈，但是你们是主管国家的，尤其是政府啊，政府单位的内控嘛，内控跟审计，所以说从你们两位可不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好吧？报告委员的，我觉得应该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他的内控制度的啊，第二个是他的董事会的一个应该适当的表。你讲什么？最后我没有听清楚。一个是内控制度，一个内控制度，还有呢？一个是董事会要适当的发挥它的功能。可是如果说举例，他的总稽核那边，或者是他的董事长、总经理那边，根本没有送到董事会，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内控制度的问题。所以我就请教嘛，这种建议，你的直接的建议是什么？从内控加强他们内控，直接的建议是什么？我们现在知道他的问题嘛，就是他的董事长、总经理根本就不拿到董事会来讨论，那董事们就不知道了。对，那个是他们的整个内控是有问题，应该有一些指标，有发生什么情况，一定要在董事会报告。就是要求定一些指标，什么东西必须得送到董事会，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其实早就有规定了。审计长您说说看好了。是的，我想在那个金管会他定的一些金融业的内控的机制、哦、里面应该像要强化有哪些项目一定要送到这个董事会里面来报告讨论。我有两位讲啊，我在财委会十二年了、啊、其实我花了很多的力气在内控好、啊、这方面、啊、我想因为这个里面啊很难直接看到他的绩效，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在我们的公部门呢、啊，我想审计长大概知道的比较多。我一直在推公部门的内控声明书啊，当然这个执行是由我们主计总处啊。我想也利用这个机会啊，让我们这个。我们的朱主计长哈，你对内控声明书的了解的程度是什么？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内控声明书我们现在有800多个单位啊，已经有内控声明书。那我们预计啊，大概是明年度还是2017年度？这个我想，因为我比你清楚了哈。这个因为这个朱局长没关系，你听我讲就好了。我从1999年总执行开始，我在财委会也不知道问了多少次。一开始啊，平常讲石树梅主计长不太愿意接受，后来我花了很多力气，公开的、私下的，让他去了解这个重要性，绝对不是找麻烦。
我也参加过好几次公部门他们在检讨、啊、这个内控声明书，举例我参加过两次我们这个移民署的副署长，现在的署长啊，是当时副长，他就负责的业务，他对我再三的感谢，对吧？他从编定内控声明书以后，他了解了他们内部作业的流程，他了解了哪个地方可以省人力，哪个地方可以让效率提高，这是非常非常，别讲是良心的事业。同意委员观点。哦、所以比方讲，即使改朝换代，这个没有颜色的问题，就是为了让政府的资源在有效的运用，让政府的 idol 的那些东西啊，让他把它剔除掉。其实我因此我在这边想听听你的建议啊，你如何想要再强化这个方面？其实黄处长在这几年的时间，我从非常讨厌他到我现在非常欣赏他，因为他花了很多的力气在这里面，他确实在花力气在这里面做。所以这个你也是从你我都从学界出来的，我是觉得我们这种东西真的是良心的，这个做下去你会看到国力会逐渐的在加强。主席长，你愿不愿意再大力的去做？花不了什么钱，但是会让政府提高效率，省很多钱。我们大概预计107年的时候，就要全面的，都每一个机关都要签，单位预算的机关都要签内控声明书。我在2年前呢、啊，是的，林权院长那时候他还不是院长的时候，我跟他讲过这个东西，对吧？当然，一般的人他也搞不太清楚这个实质的效益是什么。我倒是建议啊，你们在行政院会，公开的或私下的告诉林权院长，当然我会咨询他了哈，把这个他所产生的效益啊，实际上让他们去了解。我们不是要处罚什么，到目前我是觉得先推动，先用鼓励的，先不是用处罚的，让他们去了解。其实处罚跟鼓励啊是一线之隔，在管理上是一线之隔，我宁愿用鼓励让他实际上去做，否则行政部门的首长他只在乎的一件东西，预算通过决算他根本不在意，你知道吗？最后形成了多少的浪费。沈议长请回哈。主席长，我再想请教一下哈，当然你们是预算的分配了哈，是的，黄处长也请回，你们在预算的分配当然也要去评估这个预算、啊、分配以后、啊、对 GDP 的一些成长、啊、对贫富的一些影响、啊、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们今年预估我们的 GDP 成长会怎么样？是 1.22%。 你们八月份做了一个评估嘛，哈，这八月份预估是 1.22%。 是的，可以达成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是可以达成的。我当然希望他能够达成、啊、谢谢。因为在上个会期你们很悲观，我同样在这个在就在这个这类似这种场合我咨询过你，只要去努力啊，你们行政院主计处好好的去监督他的预算达成，但是不是消化预算了、啊、同意。把那个预算达成，当然 GDP 也就会造成一些正面的影响嘛，是的，有乘数效果、哦、可以请教一下明年呢？明年我们的 GDP 的成长率预计是 1.88。 外界怎么看呢？外界都认为我们恐怕不会达到的，不会达到 1.88。 对，可是我就目前的资料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也收集了一些外其他民间做的好像都没有你们那么高了哈、哦，但是我是觉得定个高也不是在吹牛，但是我觉得定下去就要朝那个方向来做了。对，我们并不是定目标，而是说根据实际的推估实际的状况、我很了解哈，我念统计的哈，我很清楚。是的，你们就是把实际的东西这个输入到那个外生你们的公司里面估出来，就是如此嘛哈。对对，是。但是很多的变化，我可不可以请给你考试一下？我们2017年经济成长啊，会不会达成目标？外在跟内在的
一些因素是什么？外在的最主要的还是所谓的外贸的，那外界他们的推估比较低，就是最主要跟我们的差异是在外贸的那个说成长 GDP 的公式里面有含了两个 factor， 一个是这个外销减掉消费投资，我很清楚嘛哈啊，政府支出、出口、民间消费、民间支出、民间投资、政府支出加上我们的外这个外销减掉。输入减掉那个这个进口部分，我想我在刚才我写了外界的影响是出口，当然就是主要是看美国的局势，对，主要看欧盟的局势，是的，对不对？那我们内部的部分呢？内部的话，我个人认为说我们的消费应该有适当的成长，国人都喜欢出国旅游，去国外消费，我觉得是应该如何让他们这些人投资意愿，还有东西啊，我觉得不是重，我是觉得还是在最近的劳工政策，同意，在年金的方面，还有两岸，你们如果是忽略到两岸的话，我觉得我不会，我觉得这1.88，1.88是你要有民间投资啊，是的。你现在，你今年的政府总预算比去年总预算只增加1.1%，是的。那剩下你要达到1.88，当然大部分来看民间嘛。看民间，对。是不是？你的民间的投资，当然要看到你的两岸政策、劳工政策、年金政策。我们也希望投资在国内。当然，这个业务跟你无关，但是你们要在行政里面告诉我要去估这个 GDP， 当然跟这些东西是有关的喽。对，我们最后请教你一个问题。是的，你们痛苦指数是每个月做还是每一年做一次？痛苦指数是消费者物价加上那个失业率，加上失业率这两个。我说你们的整理是每个月做一次还是每一年做一次？每个月。那请问这个痛苦指数是递增还是递减还是怎么样？这个是有升有降的，目前大概是维持。我想现在的趋势是什么？很简单问你，现在趋势是什么？现在就稍微往下降一点。稍微往下降。对啊，可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失业率现在是增加的、啊，你的 CPI 是增加的，那我都不知道往下降的原因是什么。那个如果经过季节调整的话是在就失业率啊并没有很下降。这个有经过季节调整吗？你们的痛苦指数是怎么做的？哪一个单位做的？好，费委员时间到。对，我们那个哪一个单位做的？你这老在浪费我的时间。国事普查处。告诉我这个趋势是什么？目前你们根本没做嘛，是不是？目前是在涨。报告委员，因为我们实际上痛苦指数啊，是你也晓得是用 CPI 的那个加上失业率的那个指数。那如果以目前的算出来的是上升的，是上升还是下降？上升。听到了没有，主计长？我刚才你一直是搞会计，你要对的统计了解啊。是。你们要用一些数据来了解现在国内的状况嘛？哦、用功一点啦、啊。好，接下来我们请管碧玲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不在，郑运鹏委员不在，刘兆豪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不在，徐祯卫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不在，钟孔照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不在，蔡义宇委员不在，陈怡杰委员不在，周成秀霞委员不在，陈廷飞委员不在，吕玉玲委员不在，下面请徐国勇委员。
好，学委员质询之前，先做宣告，我们今天中午不休息啊，会议继续进行到本日议程结束为止，好不好？谢谢。啊，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请一下我们主计长。委员好，哎，朱局长，其实我在三月的时候，我也提出一个书面质询，那希望说就这一个能够让我们有关国民幸福指数的这个必要性跟可信度要提升。那这个调查不敢讲说它没有用，可是它跟某一些人民的认知可能会有一些落差。同意委员观点。这些落差我们要怎么样在？调查的这个过程里面，要把这个差异或者它可能有的这个误差值啊，要做一个调整。那其中我就简单的请教，因为既然有编这个预算呢，就是要做嘛，除非说这个预算被删掉，那就是要做。如果要做，我要请教说，譬如说我们里面一个环境品质，现在是我们大家也是人民最关心的环境品质，当然在这个幸福指数里面似乎是一个正向的，说我们是进步了两名。不过，如果仔细看一下，啊，那倒数第一名变倒数第三名，啊，你嘛是进步两名啦。这样子，人民的幸福感到底怎么增加？像类似这样子，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我想这个，因为每年在做比较的时候，因为它主要分 A、B、C 三级啊，环境这项目往往是列入 C 级的。那我们想说，我们这个环保署的确还有努力的空间，所以在这一步里面，我意思就是说，用这个资料，那这个我们国民幸福的准确度、信任度，如何让人民能够因为这个而提升？其实我要问的重点应该是在这里。至少我没有隐藏事实，因为国人的那些环保的指标，还有努力的空间。我们也没有去美化它，所以至少让人民知道说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对，让我们人民知道说环境品质的继续努力，我们的幸福指数会往上提升，对，是的。那这个部分似乎在感觉上在里面也，我们一般人民也似乎没有办法看到这方面的一个说明。对，我们将来会在那个公布幸福指数的时候特别会提到这一点 让大家注重这个环境品质。事实上环境品质，都有在提高了，这个是无可否认的。所以我是用这一点来提出说，我们在做幸福指数的时候，在这一部分是不是应该更加的注意它的落差、可信度、准确度等等。对，那这一部分如果要做，我看很多委员 都相当的关心，那这个跟我们整个执政也会有影响，所以这一部分我也提醒主席长，在这部分是不是能够再多琢磨。另外就是有关家庭可支配的，那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常常，譬如说还有我们的所得贫富的差距，对，我们都会用，我们政府习惯用最糟糕的是用二十等份，让人民看起来然后跟他都没什么差距啊，有的用十等份勉强也看到差距来拉大，但是如果用五等份，哦，那个就不得了了。所以在这部分每次做出来，每次在立法院，每次在包括学者里面都会提出一些论述，都会提出一些分析跟说明，然后这样子最会产生一个最糟糕的状况，就是说政府如果只公布个十等份的、二十等份的，人家说你在粉饰太平。所以就这一部分，主计长是不是五等份各方面，你有怎么样的方式让人民在这里觉得说我们政府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然后呢用这个事实来做施政的参考，怎么样来缩短贫富差距？这个在足迹总处有没有什么改进的方向？我觉得因为原来在没有财政收支以前呢，它的差距是大概 7.3 倍啦，有财政收支以后大概是变成 6.06 倍、如果说这个 6.06 倍，如果再包括实务性的移转，就是像以补助做假牙啦，补助做那个那些辅具啦，那这个大概又可以变成大概五点
大概 5.6 6几倍了， 会更缩小，代表我们政府有在努力的从公共支出面让它的所得的差距减少。所以我在这里就是要提醒我们主计长，是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福利政策，我们的公共支出这方面可以让我们的贫富悬殊的这一个差距缩短，譬如对弱势教育的补助等等也可以让它缩短。对，那这一部分是不是应该在以后做的时候有关这一部分的说明，我们加强也是一个重点。对，加强说明，这才是一个真正要让人民了解感受到政府在施政的对弱势照顾的一个要点嘛。是的，那这一部分似乎在以前没看到。对，那我在这里也提醒说我们主计长下一次是不是能够在这一部分再加强。应该好，是是是，那我再请教，我们现在讲说陆客减少，当然陆客减少我们整体的观光的人数是成长，是成长的，是成长的，上半年是成长的。可是大家知道说，我们知道政府是要尽全力照顾所有的人民，当然这一部分一条龙因为它的减少导致它的收入包括它的生意受到影响，这是免不了的，这一定会有。那在这一部分里面能够立竿见影可以马上处理的有一部分应该是在我们公务员的自强活动国民旅游卡。是的，那这一部分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有没有考虑在这一部分如何加强。我们如果说只是像马前总统把国民旅游卡然后 每次都是去大溪买豆干啊，每次就是他一个人买豆干，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大家能够集中起来，像以前的蒋经国的那个时代，然后大家去一个国民旅游两天一夜或者是一天这个中南部这样走一下，这个就可以带动整个包括这些我们国内的观光旅游这一部分。那主计总处有没有提出怎么样的建议？事实上行政院已经 有在开过会，有在讨论过这方面的事情。像在那个一般所谓的观光业比较受打击比较大的县市，我们如何让他说公务人员能够往那个方向去，或者民众能够往那个方向去，然后对于那个影响的产业或者运输业有什么样的政府的辅助措施，行政院有起那个观光局交通部那边有讨论这个方面的一个方案，我想那个方案很快应该可以出来。因为这个其实跟主计总处还是有关系，因为毕竟你们在每一个机关里面都有你们一条边的主计人员在里面嘛。是的，他们提出的建议对机关首长对机关的人员会很有一些包括宣导的一些作用，所以这一部分主计长你也应该有一些义务跟责任来帮忙。是的，我们在那个经费上预算上会做一个所谓的不是增加，而是一个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限制规定了。对啊，我意思就是在这里，所以这一方面是也要再加强。另外整个行政团队是不是应该也要考虑像我们的一些国内的企业，我现在所了解的要跟他们发出一些声明，有一些企业我已经看到了，他们本来要去港澳三日游，本来想去香港三天澳门两天或三天的，有我已经所知道了好几家公开上市的公司，他们听到了我们旅游业的这一些，当然整体是上扬，好的旅馆因为当时没有做陆客的生意好得很，可是做陆客的我们不能说啊，你自己没有转型你错了，因为毕竟是我们的观光，我们中小企业的一部分要帮助他们，所以这些企业都已经在把港澳三日游澳门两日游全部转为国内旅游。还有我接到了很多包括狮子会、福伦社、青商会、同济会这一些，他们本来有一些什么联谊啊 要到港日的啦，或者这些比较三天两天的，他们现在都转为国内旅游，已经慢慢有这种转向。但是这一个怎么样好的也运用你们这个国民旅游卡彼此去怎么样去做一个配合，这一部分有没有想到说该怎么处理？因为国民旅游卡要到底要怎么样去使用的时候，因为牵连到人事总处，那我们是说在整个政策上，因为不同的
那个光光括它有不同的那个所谓的一个需求，有些是希望旅馆比较好，有些是希望交通好，啊，有些是希望采买，那我们能够在那个方面的做一个改善，像有些就是说，如果是交通的话，如果是做国民旅游该怎么放松，人事总处跟那个交通部光局有在做这方面的规划。我是希望说借由企业的来当做我们公务员国民旅游卡的一个参考。对，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对，所以本来企业要怎么做我们跟我们 无关啊，但是用他们的经验也把它到各个机关去宣导，说人家企业都已经为了国内的这一些开始在从事、在转型、在帮助我们国内的这一些当时受到陆客减少而影响的这一些观光业的从业人员的时候，那用这个当经验来告诉我们公家机关的团体。对，我觉得这一部分公家机关原来某些限制要把它放松了。对，所以这一部分我是说，主机长你可以做的部分，希望你从这里加油一下。好，谢谢。好，谢谢我们主机长来。谢谢。接下来请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我们请江永昌委员。好，那个主席请朱主席长。朱局长请。委员好，主席长，今天早上主计总处公布了八月份的人力资源的一个统计调查，有关于失业率的部分哈，啊，您讲讲看。失业率我们目前是5.08到，那全体嘛哈。对，那我就不禁要问了。4.08，对不起。哦，这差很多呢哈。好，给你纠正的机会。我关心的是什么？你把它分三个集聚，19到20。对吧？15到24，然后25到44，然后45到64，为什么要分这样的一个集聚来发布新闻稿？那我们然后让每一个集聚都在5% 以下。为什么？你为什么新闻稿要这样定年你的集聚？你不知道？我跟你讲哈，我上你的网站，我调你的资料哈。问题来的呢？因为我们现在关心了整体的失业率，我们更关心毕业及失业啊，青年的就业的问题啊。我给你看哈，你知道今年的八月跟今年的七月，不要用你的集聚来看，用你每五个那个五岁就做一个集聚来看的话，每五岁做一个集聚，要怎么分都可以。最严重的就是25到29岁呢。今年的七月、今年的八月，分别是6.85跟6.98，都高过去年全年的平均，甚至还高过去年最高峰的八月跟十月呢。这个状况是更严重。什么原因？你不按这样去公布，你把它25一直到44岁四个，你本来所做统计的这个集聚加在一起，作为一个集聚来做新闻稿，这样做有什么用意啊？美化这个数字做什么？请回答。这个是说我们是分三段组合，因为为了在统计上表示你的三段组合，第一段10岁十个年龄嘛哈，对啊，第二段好20岁二十个年龄，那第三段也是20岁，因为你为什么这样猜的原因？前面是让你在有没有其实失业状况有没有到30岁以后会比较好一点？你是把25到29。我们讲青年失业的这一段，你把它涵盖在从44岁以下，你把它美化掉了。对，我认为这样不对。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25到29是刚好是从学校毕业的那一段了，我们知道它的透现过了30岁以后，它比较稳定了，所以我们是把它另外的一群。你讲了，我同意。嗯，每一次的每一年度的数据，每一个月份做出来都是25到29最严重，毕业就失业了。反而不是说他毕业之后有没有社会企业各界就需要这样的一个青年人才赶快投入，
就是跟大家的期待不一样。但是每年这个年龄层最严重的，今年特别严重啊！我再讲一次哈，这数据看出来了，不是说整体失业率在 5% 以下，是告诉你25到29，它比去年的全年平均还要严重，它比去年最高峰的8月、10月还要严重啊！你应该凸显这个啊，告诉大家，或是向行政院反映，让各部会该怎么样去做，去抢救青年失业的一个问题啊。对，跟着委员报告。不然你这样的一个新闻稿给大家读出来，大家说哦，没什么问题呢。没，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的这个的网站上面都会有啊，那个劳动部都会参考这个资料。我觉得你统计这个资料的时候，你没有抓住重点了。你在发布这样一个新闻的时候，要告诉社会大众什么？应该告诉他核心问题所在，今天出状况的不是说出状况，越来越严重在哪里？如果今天这个高峰群同样出现在25到29岁，但是相较于往年有趋缓，那我本席就同意你这个新闻稿这样的一个带的一个走向，事实不是，请修正。就你做出来的数据是要给政府做一个好好的一个建议，是要给社会大众知道啊，而不是你啊这样子你去分。我刚刚就问你啊，好、哦，你把每一个5岁做一个集聚，你硬是拆成10岁、20岁、20岁，啊去做3个，这个的指标意义，它的定义是什么？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做统计，将来我们会在这个统计分析上做一个改进，可这统计单位不能够做政策分析，因为政策分析是在建议啦，对，建议，对，政策分析是在各部分，所以我们统计分析会按照委员的方式。所以你以19到25，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到24的哈，然后再来是到这个40岁以下，到来到64岁以下，那个没有看出来什么样意义。回到你网站上这个就看出实质是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好，谢谢委员，我们会往这个方努力，谢谢。好，那接下来请教哈，我就要问了哈，那个主计总处哈，从旧的时主计长到现在换您哈，主计总处有什么大的变革吗？我们依照法令去做了，说很难说有。就是说突破性的差不多啦，最重要的就是主机长换人换你嘛，哈。那我要问啊，你何以这么乐观的认为说，你八月十九啊，你修正今年的 GDP 预测为1.22%，其实你527的时候你还说1.06%，都是你的预测值啦。你怎么这么有信心？因为哈，前主机长在年初预测是2.7%啊，到3月他还下修到1.47%，后来说不能保一的。我告诉你一件事，就是说，其实啊，他在这个去年有没有一开始他也预测3.5%，后来结果只有0.75%。我是想说，他多年来的经验预测都这么不准了，你怎么这么乐观？请告诉我你跟他不一样的地方。对，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是并不是我乐观，而是说根据你的团队都一样差不多嘛。你说几个处？有比较不一样吗？我们最近经济比较好，也不是我去制造数目字。你判断的经济的状况比较好。那不是了。那如果到时候到年底没有这么好，第四季没有那么好，你会有什么责任吗？我这个统计数字哈，那个是整个经济情况，是全国人民的一个企业界以及政府啊消费者共同的努力。好了，我说实在话，我也比较相信你了哈。但是我就问你了，那你预计今年到年底全年会有1.22%，利多的因素是哪些？第一个的，我们的那个所谓的外销是实质是在成长的，外销，尤其是半导体的以及新兴的消费那个外销情况变成比较好，然后那个样还有。然后消费的话有些微的成长，消费性的一个支柱，像零售业的，就这两样你就预测这样子 GDP 会更好。消费啊，你说这两样是主要。对，那本席告诉你哈，新政府最注重的就是绿能产业，茂迪啦，太阳能电池的啦，对不对？他还在大量裁减劳工呢，啊，裁减200人呢。我现在举一个太阳能产业啊，马上就
就教育组技长啊，那你的统计数字怎么做出来的？大家最关心的太阳能产业啊，是新政府很重要的工作项目啊，啊，他都还在裁员呢，冒底呢，啊，跟你所讲的不符事实哎。那个刚才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的就业人口是有1100多万了哈，这个只是它的一个里面的一个项目了，到也许到这个绿能产业的发展很重要，但是它这个对整体的我的统计，并不是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好，讲茂迪，你觉得它只是这么多母数当中的一个个体？那我再讲一个，劳动部自己公布了919无薪假，这个月又比上个月增加118人了，那你这样看？有26个企业哦，无薪假的人数增加100多人哦，啊，你这样会预测经济成长会更好？你告诉我。那个我们是总体的数目制造，我刚讲一家茂迪，你说它是一个公司，我现在讲劳动部说26个现在增加无薪假，那26个企业，你总不能再反驳了吧？那你现在到底，包括你刚刚回答的，你说陆客减少。但是我们其他的外国观光客增加，那陆客的这个每个人的平均消费，外国观光客每个人的平均消费，那这个最后总体加下来，在今年的 GDP 的反应，这是正面还是负面？正向还是负向？正数还是负数？那个陆客跟日本客的每天的消费金额是接近的了，是接近的。接近的话就看他人次嘛，对不对？对。那你的预估嘞？你不是有预测又很有信心，又跟之前的主计长不一样啊？现在问到核心了啊，关于观光客的这一点，你认为啦，它计算在我们 GDP 当中哈，今年是正数还是负数？总量？中国游客跟其他各国游客？我没有这个资料了，因为这个观光客的这个时候对那个所谓经济的成。我只会说它降低多少对经济的成长是多少的啊，但是说今年整个观光客对经济的贡献我并没有分到那么细去预估。我就希望你做这个预估啊，我那 分到太细啊，在统计上是不是有意义啊？恐怕分到这么细，如果你又能够预估准测的话，那我就相信这个主计长相当的有能力啊，就跟前主计长是完全不一样。你试试看好不好？人员还是一样的。有关于观光客跟我们 GDP， 你预测到今年年底，它的这个相关数字是怎么样？我本席就跟你要求这个啊，试试看。我们可以说观光客如果增加多少 ，GDP 会影响多少。观光客减少多少 ，GDP 是多少？但是整个观光客对 GDP 的影的一个说是怎么样？会有多少的一个影响是？主席长讲到最后，你就只能够预测一个全年的 GDP， 然后剩下比较细微的分析你都讲不出来，这样我会对你大失所望。我本来是对你评价很高。经济预测最后讲一点，然后因为时间到了，主席再看我。你还要编国民幸福指数吗？预算法28条说，如果你根据国民幸福指数，应该把它的结果给政府、给行政院当作编预算的一个参考依据。本席跟你要很久了，但是你们都没有依据国民幸福指数给行政院做编制下年度预算的一个依据啊，没有那些项目啊。对。让它回归统计法，不要再使用了。对，如果说，这个大院修法，把它说不必编，我们你现在就没这么做了。你现在只是 OECD 要调查这个幸福指数，你就跟着它。但是预算法28条，它有5个项目，包括审计部给的意见，包括重大计划它的检讨，对不对？包括我们这个财政单位财政效能的这个评估。这些给行政院作为他下个年度编预算的一个参考，但是里面也写到国民幸福指数，可是我们主计从来没有把国民幸福指数送去给行政院当作编预算的一个参考，因为我有公文给你们要，也答复不出来。我也觉得他其实他这个数字没有那么样的一个重要性，在预算法里面
把它删掉啊，你也不要再去做这个事情。我必须说明，在幸福指数里面的某些项目，如果做得不好，是我们在编预算的时候就在哪一个项目应该加强的方向。就像刚才有委员提到，好好好，环保，时间到了，如果主机长也这样回答，那就书面来给我看，你们到底根据国民幸福指数给行政院什么样一个建议，然后发挥在哪些预算的项目，就给我一个书面。好，可以吗？可以，谢谢。好，今天登记发言的委员，均已询答完毕，我们做如下决定：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林德福跟林俊宪两位委员所提的书面质询，我们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主计处跟审计部以书面答复。委员未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我们请主计处和审计部一周以内以书面答复。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也请在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接下来我们处理临时提案，好，一共有两案，请议事人员逐案宣读。第一案，为减省政府经费并确保民众基本权益，请主计总处会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研议，推动政府公共工程投保公共工程完工保固保险。提案委员曾明忠，联署委员卢秀燕、吴秉睿、王荣章、赖世宝等。第二案，鉴于陆客来台人数减少，以及新政府大力推动新南向政策，扩大观光客来台，打算积极开发东南亚旅客来台，原此要求审计部启动各县市审计单位进行事中审计与了解，交通部观光局及各县市政府观光事业单位正在新建中或规划中之观光开发计划等建设是否与观光新南向政策契合，并要求各观光建设主管机关因应陆客来台人数减少之数量，检讨缩减或暂缓观光建设之规划，以免新建更多蚊子馆式的观光设施。提案委员罗明才、费宏泰、王荣章等，宣读完毕。好，关于第一案的这个部分，请问我们主计总处有没有意见？没有。好，请问委员有无异议？没有。好，那一案我们照案通过。请问第二案的一个部分，对我们审计部有没有意见？哎，主计审计长，请。好，是的，这个第二案这个提案委员要求我们本部去进行这个诉讼审计，了解这些新建的这个计划是不是跟新南向政策吻合。那我要报告就是这个新南向政策呢，是在105年9月5号才推出这个新南向政策的这个推动计划。那么相关预算呢，应该都在106年度才提出来，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这些兴建中或是规划中的这个观光开发计划是不是跟南向政策契合呢？我想这个是要到106年度才会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预算跟它的一些规划出来，这是第一点报告。那么第二点报告就是说，在目前兴建中的这些这个观光相关的计划呢，那么并没有说针对这个陆客来提出说这个兴建相关的这个计划，所以在后半段就是要求这个各观光建设主管机关因应陆客来台人数减少的事实，来检讨缩减或是暂缓观光建设计划这个规划。那么想我们会了解这个计划，那么它的这个将来会不会造成文字馆，这个是我们审计机关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但是如果说要求这些观光建设主管机关因应陆客来台轮数减少的事实来限缩，那因为所上这个我有提收集到这个观光局这个提出来的一个观光轮数，就是到目前为主呢，整个这个观光客还有在陆客这一块，陆客到这个七月底跟去年比较呢，那么它并没有减少，所以我想在这个第二案的部分，建议这个主席是不是能够来
能够来做一些协商，或是我们等到106年度以后，等到这个新南向政策预算出来以后，我们才来做这个相关的审计。以上报告。好，好，审计长，做完意见表达，请问在场委员对本案有没有意见？还江委员，请。就有没有意见这个提案？没有。好，主席，我只做一个询问呢，哈，因为这个交通部观光局跟各县市政府观光事业单位，他如果有编预算要去新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建设，他的预算他的计划里面会写说，我这只有针对陆客吗？不会嘛，他一定是针对全部的外国观光客。那所以后面这个部分，如果你觉得是要求他们因应是否观光客，整体的观光客会增或减去检讨，感觉比较有意义啊。不然你审计你能够找到他真的哪一个项目，他的工作计划是直接定义是我就是针对要陆客的，不然你一去查全部都是针对全体观光客，你也查不到什么，你也不能指称他说他只有因应陆客，这样是有点奇怪了。哦，本席提出啊。谢谢，还有没有其他委员有意见？好，主席，谢谢刚刚审计长提到的意见了。那我是建议提案委员不在了，那我是不是看审计长文字上要怎么修正啊？是不是可以请审计长提出建议？谢谢。是的，因为提案委员我记得按这个是罗委员提出来哈，那我是建议文字上在这个第三行这个地方哈，延迟本席要求审计部启动这个就不用，就审计部及各县市审计单位进行诉中审计以这几个字，我想也不用。各县市了解交通部观光局及各县市政府观光事业单位，然后他后面我们建议说编列新南向政策相关预算的一个情形，因为这个是要106年度才有，所以我们是不是我们来了解交通部观光局及各县市政府观光事业单位编列新南向政策相关预算的这个情形？那这个以下我建议说，是不是就把它就从删除掉？这样。那个文字可不可以送上来？就说沈建阳刚念的这个文字有没有可以送过来？好，请同仁帮忙。我来再念一遍，好，请各位注意一下，我们第二案临时提案第二案，案由改为鉴于陆客来台人数减少，以及新政府大力推动新南向政策，扩大观光客来台，打算积极开发东南亚旅客来台，原此本席要求审计部及各县市审计单位编列新南向政策相关预算情形。前面一段就是说，原此本席要求审计部及各县市审计单位了解交通部观光局及各县市政府编列新南向政策相关预算之情形。好，观光事业单位还有观光事业单位。好，再来一次，最后一段，了解交通部观光局及各县市政府观光事业单位编列新南向政策相关预算情形。好不好？做
如上的修正，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我们就照修正通过，好不好？好，那好，那我们今天的会议议程都已经进行完毕，那我们就散会。好，谢谢。